嗨，大家好，各位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七七七，今天声音会很小声吗？有点小声哦，好，我调整一下哦。这个样子呢，这样子会不会很小声？好，等一下哦，我们剩下一点点时间，我稍微再调整一下，待会我们就可以直接直播喽。所以目前这边有没有人已经有用过 Grid？ 有吗？可以在聊天室里面，稍微分享一下，就是目前在用 Grid 有没有一些，觉得不好用啦，或者说觉得很神奇啦，还是觉得非常有趣的地方？Grid 要记的东西比 Flash 还多，其实还好诶，其实，Grid 我觉得没有这么困难，对，我觉得 Grid 没那么困难，但是其实还蛮有趣的，它是一个很 magic 的东西。我正在找我的简报，等我一下。还没用过，其实，应该说用过以后会爱上它啦，大概跟那个 Flash 一样，就基本上我觉得跟毒品一样，对，每个都跟毒品一样，这其实有点恐怖哎、欸。稍微调整一下，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其实它。应该说最近出来这两个东西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好用。那好用到都觉得，以前我们到底在干嘛？就一整个神扯啊！然后用完以后都觉得啊，好开心哦，这个世界变得好简单。但是其实回到现实面来讲，看到那个资源度啊，或者说看到你专案的需求，其实还是会有一点心酸，就很难过，因为不能用啊，哦，一整个不能用啊，超难过的。等一下哦。我稍微做一些最后的调整，再等我一下哦。资源度到哪边哦？其实，旧浏览器就不要想了嘛。那 Grid 应该是，没有迟到，没有迟到，我们刚开始而已。对，所以目前都还在，就是聊天室里面，大家可以稍微聊一下，目前整个自己在使用上的经验。那有没有人会就是？Flash 跟 Grid 分不清楚的，会有吗？会有人是 Grid 跟 Flash 分不清楚的吗？不知道使用时机哦，其实后来查了一些，没碰过 Grid 的，无从比较。使用时间点，其实我目前看到人家的一些说明，就是包含了国外的大大的说明啊。那其实发现每个人的观念好像通常都不太一样，对，还不了解，不知道什么时候情况用该用什么。其实 Grid 就像是 table 一样啊，所以其实，待会我们稍微看一下，应该就。大概会有一些概念啦，对，大概会有一些概念，稍微再调整一下，等我一下下，我很努力的在调整一些小地方中。
然后最近因为像今天是第二次直播嘛，那我们第一次直播的时候其实还蛮紧张的啦。第二次也不是说不紧张，但就是第二次来讲的话，我们大概可以大概发现说有一些新的直播的做法可以来玩。然后其实后面想要让整个直播玩起来是更有趣的，对，所以最近其实都在做一些调整。其实直播还蛮怎么说，还蛮麻烦的，对，因为我们其实要去弄画面啦这些东西。哎，奇怪，我今天的东西怎么都弄不起来，气死我！好，我今天的聊天室就偷懒好了。好，我先让各位看一下，好来，好像可以看一下目前这个聊天室的画面会不会那个字会不会太小啊？因为上次其实有朋友反映说那个聊天室的字太小，其实都看不太到。那我觉得其实还蛮希望说我们聊天室的讯息可以留下来。那后面的朋友呢要看聊天室的资讯的话，其实是非常方便的，非常方便的。OK。好，有画面了，对不对？今天有上妆没有啦？今天颜色很奇怪，我怎么调都稍微白白的，然后有腮红，对不对？这超诡异的耶，一整个超诡异的，我觉得有点恐怖。我人快不见了哈。对啊，我就觉得我不知道呢，我今天的这个讯号调的并没有到很好。对，美肌吗？对啊，好奇怪，我自己觉得好奇怪，而且感觉那个。色彩并不是非常的好，对，狗狗哎，糊糊的。有点杂讯，对啊，我也觉得有杂讯，然后你看脸上红红的，超奇怪，对，嘿，感觉好像被人家殴一拳一样，对啊，走妖艳路线嘛，灯打得不够，灯其实打蛮凶，不是灯吧，灯打蛮凶啦，就是其实我的灯其实一直都还好哎，调正面，调旁边，对啊，没关系，我不是重点啦，头发很飘逸，没有痘痘啊，没有痘痘啊，头发很飘逸，还好哎，我今天没有绑头发而已，对，其实应该要绑一下，其实蛮热的，绑个头发好了，结果橡皮筋断掉，哎，好，算了，不要绑头发，不要绑头发。斯文彬，哇，这样有点糟糕。好，那么其实大家目前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其实都还在观望，好，还在观望。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于整个的Grid 来讲，其实像大家都希望说可以开始用到 Grid， 但是好像观望的居多啦。事实上我自己也在观望。OK， 我看到一点一点，对不对？好，没关系，那个。反正不是重点，我们后面看看知道就好了。对，那我先调整一下我写扣的画面，写扣画面调整好之后，其实我们就可以开始了。所以稍微等我一下下哈。对，所以你们现在如果说看那个直播的视讯的话，你们会觉得那个聊天室的字会太小吗？会吗？那个聊天室的字会太小吗？不会嘛，哦，有一点小哦。我看能不能放大，放大看得清楚吧。这样呢？哦，用笔电看得清楚吗？video 里面，对， video 里面的字。因为其实我们后面这个影片会放到网络上去，所以想说大家可以看到，即时聊天的状况其实是好的。我脸色惨白哦，我刚睡醒，哦，我是真的刚睡醒，对，我快好了，等我一下哦，我再调整一个写扣的画面。
下一次我们其实可以玩的东西应该是比较多啦，就是其实字有点糊吗？如果你们解析度开高一点的话呢？然后今天会讲到，就是我们上次其实像 GRID 的，我上次的去年 Mondo Web 有些东西是没有讲，就是有一些东西可能没有讲到啦。好，对，然后今天我会讲一些就是 Mondo Web 没有讲到的东西。然后我最近看到一些东西是蛮好玩的，所以我们今天大概会讲到这个部分。然后快了快了，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怎么觉得今天直播有点慌呢？好，我快好了。好，把网页的预览画面搞定之后，我们其实就可以开始了。好，这个应该要改一下 ，preview。好，我家的猫也来听我上课，真的吗？我今天不是上课啊，我今天不是上课啊。好 ，OK， 那么好，大家好，我今天是我是 Amos， 我今天正式我们今天的直播开始哈。那也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这次直播。那这次来讲的话，跟上次一样，其实我们就是要去把我们欠很久的，好这个 GRID 把它讲完。对，我们上次是讲欠很久的第一个部分，就是呢我们的 Flash 的部分。那今天我们要讲 GRID 的部分。那有很有反应说，哎，开始刷了哈，耶，开始刷了。好，那其实有人反应说我今天有上妆，没有啦，哈，没有，我们这是自然的，对对对，好，只是我这边有点热，是真的，有点热。OK。好，那我们今天其实会玩到一些东西，我觉得因为 GRID 来讲，其实今年我觉得有机会会起来，那也因为说像是业界的一些大们开始有在关注说，大家在做网页的时候啊，会不会就是在支援度上面还要支援旧版的，像 IE8 啦、IE9 啦，甚至 IE7 哈，应该没有啦，应该没有 IE7 啦，对，有点悲情，对对，真有吸血鬼的感觉吗？好。OK， 好，所以基本上我们今天就不拖各位的时间，已经10:11了，我们赶快来把 GRID 开始讲。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简报的部分。好，那还是回到这个3000加级啦，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那其实我们快速的跳过长辈图，好，我们上次有讲到这个部分，对不对？好，你看很快速跳过，快。OK， 我们总算讲到了 GRID。哦，有人要顾到 IE7， 对不对？天哪，顾到 IE7 很辛苦哎，讲真的，真的非常辛苦，好，非常辛苦。好，那其实我们这一次我们要讲到惨白，那我们今天讲到 GRID 不是惨白哈，讲到 GRID， 那 GRID 来讲，其实很多人会说它可能是 table， 好，它事实上的确我也认为它是个 table， 好，它是个 table， 就方方正正的嘛，好，方方正正的，好，那。GRID 来说呢，我们简单来看一下，我觉得它真的很非常非常变态，对，非常非常变态。好，那超好用的啦，它极度神奇，这是去年的简报，所以我偷懒就继续来用了，对，让我拖一下。那下一次我们会晚一点，我会预告我们下一次要讲的东西，那其实应该也是大家蛮实用的东西，好 ，OK， 所以我们最后面再来预告一下下一次我们要讲的部分。
好，再来呢，它极度的好用啊，对，就是 Grid 这东西非常非常的好用，好，非常非常的好用。那我们觉得，它简直是怎么说呢？它已经突破了我们以往的观念，然后让你真正可以比较自由的去把你的版面排出来，好，把你的版面排出来。那其实像我今天呢，我在这个 Facebook 上面呢、啊，其实我在发广告讯息的时候，我就写到说，不知道大家有印象吗？好像上一次我是讲说 Flash 是什么？上一次讲 Flash 是说，这个前端的毒品，好，那后端的福音呐、啊。那 Grid 呢？好 ，Grid 它更夸张了，更夸张了。我看一下，我忘记今天讲什么，来看一下。我今天讲的是，我讲 Grid 呢，它是所谓的设计的神器，好，设计的神器，好，那加上设计喽，那前端的毒品。还是前端的毒品，那后端的福音。所以今天其实在 Grid 这一块呢，不管你是前端还是后端，其实你在使用上面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开心，非常非常开心。对，这用起来超嗨的，用起来超嗨的。好，那我们继续来看。或者变成编辑模式。好，下一张。好，那我喜欢 Grid 哦，真的我觉得它非常好用。对，然后呢，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它。那它就像它其实。Grid 有点像画布一样，好 ，Grid 有点像画布一样。然后呢，你可以在这个范围当中，你随意的去对它做一些画格子啦，有点像，我觉得其实还蛮像画图的，好，但是它不像 Canvas 啊，不像 Canvas。OK， 你可以随意在上面去布局。然后呢，你先来看看，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外在美，好，外在美其实它整个的外观的一个做法，基本上格线概念基本上一堆的格子。一堆一堆格子，那当然我觉得它是个废话，对，不然干嘛叫格线，对不对 ？OK， 没关系，这个大家懂就好了，对。那继续来看一下，那我个人是把 grid 这东西我是把它当作是点线面三个观念来看它。好，那讲到这边，我稍微岔题一下，好，稍微岔题一下，不知道各位上次听完 Flash 以后有没有回去玩青蛙那个网页？有吗？有的话来，我们稍微这个回应一下好了，有吗？点线面，对对对，不是科学面，没有工伤，没有工伤哈。点线面有吗？有人去玩那个青蛙吗？青蛙的页面，今天喝错东西啊，没关系。玩青蛙，今天丸子有上来吗？事实上，我的确有得到讯息，就是说有些人回去有玩那个青蛙，然后青蛙那个页面其实就是只有玩几关哦，其实应该很快就会玩完嘞。其实，当然最后面那一关第24关，其实，它是一个，有人讲说它是大魔王关啦，我也觉得它是大魔王关，只是说其实在整个的也是，没错嘛，像巧克力它就是卡在 Grid 的最后一关，等一下你是卡在 Grid， 不是卡在 Flash 哦。你有人说我今天脸超白的。晚上我看完这直播会不会去做噩梦啊？那整个白白的，哇塞，这个太恐怖。Flash 破完，对不对？对，没关系啊，没关系。那个做噩梦的话，麻烦跟我来领牛排收金嘿。没有，没有领牛排啊。我刚才想要调蓝，调黄色有点难调真的不好调。我看一下，这样呢？真的没办法我觉得我拿东西哈，拿这个、这边。调光线，就拍巧对，不好弄，真的不好弄，白光直播都会泛蓝。可是我这个是，我这是黄光太阳光对啊，那个是那个包水果的，对 ，OK， 好，那所以其实玩青蛙有些人我玩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 ，Alex 跟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对他自己白平衡的，所以我其实有点难过。对我很想把它调好来，不然我每次气色都很恐怖。对啊，好，有人问我说我打几盏灯，我只有打一盏灯而已，我只有一盏灯，对，我就一盏灯而已，对，所以我觉得蛮奇怪的。对，然后今天这边的那个今天的那个嘴唇超红的，对不对？好了，老实说，我今天走寒风啊。好了，没关系，我们再来看一下，继续齁，所以有些人就是有玩过青蛙了。那青蛙这种东西，我觉得大家有兴趣，下次我们再来玩一下。对，吸血鬼风，刚好有一个吸血鬼牙齿在上面，还蛮适合的。对，
我没有调颜色啊。好，好，没关系，我们回到我们的话题里面来好了。不要让有些想要听 Grey 的人突然就觉得说，欸，奇怪，你今天开直播聊天哦。没有啦，其实我真的是开直播聊天。不是，哎，我们是拍直播聊 Grey 的，可以吗？青蛙，我们是那个啊，给哎，待会我们给各位看一下，就青蛙那个地方其实是所谓的那个有一个网页哈，让各位去练习说你的 Flash 还有 Grey 的那一块，好 ，Flash 跟 Grey 的那一块，对，好。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觉得后面有机会，大家有兴趣，我们可以玩一次。那可能就是找个平日有没有很快速的，我觉得一个小时的快闪直播这样就好了。对，那这样大家可以那个求连结吗？你直接去搜寻那个 Flash Froggy， 我找一下给你，等我一下哦，马上来。Froggy， 我念错了，好来 Froggy， 所以基本上是，对，好，这样应该很清楚吧？我不能贴网址嘛，我们贴这个可以吗 ？OK 吧？对，好，那其实大家可以去玩看看。对，有兴趣的话，我觉得各位其实你后面玩了一下，玩了一下那个青蛙的部分，玩完之后啊。你可以回到我们这个影片这边来，因为我后面会把影片传上去，那可以把影片这个地方就是你留言一下，看大家是不是有兴趣想要我们来花一天可能是一个小时的地方，我们快闪直播就不是正常，不是正常直播，这样讲起来怪怪的，来，就是快闪直播，好，快闪直播，对，那快闪直播呢就很快速就把青蛙玩一次给大家看，那其实 我相信其实你看过第一次的 Flash 的部分啊，再来看这个直播应该很快，跟你讲说你玩过的之后，然后抱歉我今天有点急，来，假如说你看完，因为我现在试穿好多，我现在有点忙好，等于我现在大概有三四个讯息试穿有点忙，对，就是其实你如果说看过我们上次的 Flash 把那观念了解了之后，你再去玩那个青蛙的话，其实你会写起来应该蛮快的。那唯独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可能在最后一关第24关的地方可能会稍微有点混乱。那其实我们再讲一下应该就 OK 了。好，就再讲一下应该就 OK 了。好，那所以我们这个青蛙先丢一边，我们不要理它了。好，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简报里面。网哥蛮好理解，对啊，我觉得蛮好理解的，所以有经验可以分享嘛，我们待会可以来聊一下，就是其实我还蛮希望大家，因为开直播也是希望说大家可以分享个人的经验，大家互相聊一下，就是至少可以看到每个人的经验啦、感受啦、想法啦，因为毕竟讲真的，你自己埋头苦干在那边用，我觉得还是缺乏了一些实务上面的交流，我觉得实务上面的交流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继续来看。来，基本上在 Grey 这个地方呢， 我认为它有点线面三个概念可以来讲。好，点线面三个概念来讲。那点线面来讲，先讲第一个是面。食物的交流我也觉得很棒耶。Yeah， 好，面的概念来讲，其实你像这边看到，就是说在简报里面呢，啊，其实就会有像这一块面。好，这一块面，这一块面，这四块面。对， OK， 开始有点饿了，对不对？我也还没吃晚餐。我们继续来看。我今天有点辛苦，我今天中午原本是要吃午餐，结果我今天上太晚了，然后结果下课又开始解答一些问题，解答之后就要上课了，结果就饿着肚子，从早上八点多吃早餐，就饿到晚上七点，对，其实有点辛苦，所以刚才赶快吃一吃，赶快睡一觉，对，所以我去睡一觉起来了。好，那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是线的概念，就我们刚才讲到面的概念。对，面的概念，然后这边有线的概念，对，然后线的概念来讲呢，它有所谓的直播吃东西，没关系，我下次直播吃东西，你们就给你们刷屏，好，没关系，来，线的概念来讲的话呢，其实你看像它有线到线的这个概念在里面，线，好，就是我第一条线到第二条线，或者第一条线到第三条线，这有一个长度的概念，所以这部分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那再来呢，我们继续。它也可以快速的设定你的间距，就是每一个格子之间的距离，好，每一个格子之间的距离，好，这非常有趣，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用法其实非常简单，它跟你的 Flash 还蛮像的，就是你会在附层，对啊 ，Grey Gap， 对，它其实就
就还蛮单纯的，你就像表格一样嘛，表格不是也有一个间距吗？对不对 ？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Alice 今天会跟我限时吗？我讲一下，因为我今天讲的，我感觉我今天讲的还蛮急的哈，对。好，我感觉我今天讲的还蛮急的。如果大家如果觉得有点太急的话，可以稍微让我踩一下刹车，不然我说讲一讲还蛮开心，就去吹油门的。对 ，grid gap 其实不太像 margin 嘛，有点不太有像吗？好，没关系，这后面再讨论好了。对，放上下讲急吗？嗯，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开一个东西，就是把 flash 跟 grid 两个合起来讲一场。各位觉得如何？如果你觉得这样的东西你还蛮喜欢的话，那我们就来开始刷吧。明天亮没关系，不要了。我最近都三四点睡，因为我觉得合在一起讲一场，大家比较能够去整合起来，好，比较可以整合起来。感谢各位的刷屏呢、啊。对，我觉得整合起来应该大家感受会比较明确一点点，好，就至少你可以知道说，哦，原来我们真的在使用上面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OK， 三四点睡，刷烂哈，刷烂灰，跨步，对，没有，我最近有在玩一些直播的一些设定啊，那其实直播设定还真的不是很容易耶，好，不是很容易，我觉得有些东西还蛮好，蛮有趣的，对 ，OK。好，那刷烂灰龙那个吗？那个魔物猎人吗？没有，没有玩魔物哎。对，对，等我下次开抖内的时候，欢迎大家抖内一下，我就有钱可以这个用 PS4， 对我就可以跟大家去玩魔物。好了，我们来看一下用法的部分哈，来把话题拉回来，对，不要免得有些人看不看，那个受不了就可能就跑掉了，对。我们现在多少人啊？我们上次牛排约定还算数哦，我们如果冲到500，我就抽牛排，对，好，那我目前有那个这个手上还有这个和牛，对，所以大家如果觉得我们可以来抽看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用法来说的话呢，用法来说的话。今天的噩梦嘛，来用法来说的话，其实你就在附层上面呢、啊、去设定。像我们现在有个 container， 我们大部分都可以知道说 container 这边其实就是设定。哎，我这东西被遮住了啊，我不能拆这个。等一下哦，我画面有点跑掉，对不对？哎，长大长大。OK， 好，来，开始有点失误哈，技术性失误。好，那其实呢，这个地方啊，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们一般来讲 ，container 大概是附层的部分嘛。好 ，container 大概是附层的部分。那我们在附层上面去设定说 display grid， 它就可以套用了。所以它其实它看起来跟 flash 的概念还蛮像的。好，跟 flash 概念还蛮像的。OK， 那我们今天如果再跳下一个来继续来看一下，我们可以利用一个 grid template rows， 好，就是它的template 很简单，就知道说它是一个样板嘛。好，样板的列，好，样板的列，然后我们可以去设定说我每一列的高度是多少。好，每一列的高度是多少？所以其实就是有点像是你用原始码的方式来去画格子，好，画格子。那现在目前就是横列，对 ，OK， 好，你不能第一集加第二集接近400啦，不行。对，我们现在还没破200哦，我们现在还没破200哦，哦，所以对我们还有的拼呢。对我还要再加油一点，对，还要再加油一点点。对，那这个欢迎大家帮我冲一下这个订阅数，我们冲到1000其实就可以开抖内了，就是 YouTube 就可以直接开抖内。但是我如果人数没有冲到1000的订阅人数，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开抖内，可能就是另外找别的方式来开抖内。对，所以抖内我当然是希望说我能够再去做一些更有突破性的做法。那直播这一块我们可以玩蛮多的东西的。那相对的也我目前也计划邀请一些朋友推坑嘛，对不对？好，那推坑一些朋友上来，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下。对，我觉得能够跟大家分享，其实是蛮快乐的一件事情。Donate， 好，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好，聊天室有人讲 Donate 了，好，来继续。我们刚才讲到了隔线的列以后，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隔线的栏。那隔线的栏基本上直的嘛，对不对？好，有些人会想说，哎，我没有办法，我其实我常不分不清楚，说我的直的跟横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好，什么行列啦，
排啦、行啦这些东西有点搞不太清楚。那其实，这个部分我会用栅栏来说啦。栅栏其实我们一般看到是直的居多嘛，所以栏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当成是直的来看待，就比较容易记忆。不然的话，其实有时候像我们在大陆啦跟台湾哈，这个行列其实分不太清，其实有点颠倒，它是颠倒的，好，它是颠倒的 ，OK， 好，所以基本上这个会有一些些的差异性，就是有一些些差异性。好，那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好，那在区域名称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刚才是复程，我们设定了四栏四列嘛？再看一次哦，好，我们在复程这边设定了四个栏啊，四个列，四个横的列，好，四个横的列，那四个直的栏，所以这样设定完以后啊，我们在子层的地方，就是内容的地方，我们可以去设定 grid area， 好 ，grid area， 就等于说我里面有三个东西，我这边用一个非常不专业的用法，就是 A A B B C C， 对，那。这样的方式就是，当然我们不要用非常明确的名称啦。其实我目前只是先让各位看一个范例而已，所以可以看 A B B C C。然后我们在里面呢，我可以把 A 这个区块叫做 Grid Area B 1，那 B B 这个区块叫做 Grid Area， 好，那 C C 这个区块叫 Grid Area， 第一个叫 B 1，第二个叫 B 2，第三个叫 B 3，好，然后它的区域名称这样定完以后呢，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我就可以直接，列列和列车，对啊，你看到列车也是横的嘛。OK， 好，啊，有人问说有没有完全没有接触过 grid 怎么办？没关系，我们现在正在接触啊，我们就可以稍微玩看看啊。有兴趣的话，其实，好，后面来分享一下最近一些教学的心得，就是经验上的心得。对，那其实我们有时候现在教学其实有点辛苦，因为以前只要教 float， 教 inline block， 就可以结束喽，对不对？那现在其实我们在教的时候，可能要教上 flash， 教 grid。那当我们有一批学生，就变成说教了 flash 跟 grid 以后，就把 float 给忘了。对对对，就是你，就是现在看的你。对，你是不是忘了？对 ，OK， 好，我知道你这边心里那边笑。对，好，就是有人忘记了，所以我就讲它是个毒品。你用了以后，你就不会想要回去用这个 float 之后，这个实在是很难过啊。OK， 好，那这个部分。都很上手，都很容易上手。对啊，像阿嘉就讲到都很容易上手啊。像我们这边讲到，你看哦，我们回到简报里面来看的话，其实你看前面我在复程上面设定四个栏四个列，你的格子就画完了，就画完了。然后接着呢，我里面的三个东西我就把它塞到格线里面去。所以呢，我们现在一样在 container 这个复程这个地方啊，好，在复程这个地方，然后我就直接去设定说我的 grid template areas， 好 areas， 我的英文如果讲的不好，可以纠正我哦。对，如果你的 areas 叫的是 areas 的话，所以基本上应该是跟我一样。对，就像 IKEA， 我念 IKEA， 念 IKEA。对，好，如果听得懂那个梗的话，好，那我们在这边就变成说，我们在这边啊，好，在这个地方，好，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有点像是用格子的方式。其实我们看起来有点像阵列啦，但其实我觉得其实有点像是画格子一样。就我们在刚才从复程上面制定的四栏四列，好，四栏四列。然后四栏四列呢，里面我就看到一二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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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横的有四排嘛，四列嘛，四列，那直的有四个，那就变成像这样子，总共四四十六，好，十六个东西，然后就直接像那边使用一个什么双引号啦，然后就把它 mark 起来，好 ，mark 起来，然后就变成是里面就有四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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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们用原始码在排表格一样，我觉得还蛮简单的，还蛮简单的。哦，要留白用点，没错，用点。都好久没有用它了，有点忘记了。对，用点是没有错的哈。那这边你看，像这样子就做完了哈，这样就做完了。所以我今天在这个地方，我就直接呢，我们继续来看。我如果要把刚才我们不是有定出三个东西吗？有 B 一、B 二、B 三三个区域，那我就直接让这样来做就好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在格子里面啊，第一个区域呢，这总共是六格嘛。这六格来讲的话，刚好就是在这第一栏第一列。的第一个跟第二个，对，好，所以我们这样基本上这样就可以做，真的是歪的，不要这样啦，强迫对齐症，好，所以这样就变成 B 三 B 三 B 三，这就是面的概念，就是我们已经切出这么多的面以后，我就告诉他说，我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个面就是放 B 三这个东西，这样就讲完了。对，这样就很简单啊，对不对？所以你这样的画面其实就很清楚就看到了。那我们再看下一个 B 1。所以 B 1这样来讲的话，就对到这边嘛。所以这一块面的名称就是给 B 1用的，这一块面就是给 B 1用的，那么就写完了。
就像写完了。对，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哎 ，B2 这样就搞定啦、啊，也好省事哦。那我个人觉得说，你的 Grid Template 好这个部分，我会比较想要让它用在像是后端人员呐、啊，拿来建一个主板型，或者是前端拿来建一个主板型的时候，非常非常好用。好，为什么呢？我们接下来看后面。好，接下来看后面，有什么话题会谈到停水呢？B1 的 DIV 会自动塞满放进去，这个吗？因为你刚才已经画了这个格子，对不对？命名的画面，好，我们回到前面命名的画面。欸、各位有问题都可以在聊天室留言，我们这样才可以知道说，我会不会讲太快？那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好 ，OK。那前面这边我不是设定了四个栏吗？这样可以看到嘛？对不对？好，那我这边呢？会有四个列嘛，对不对？所以四个列我是这个格子的尺寸都有定出来。好，定出来以后呢，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把子项目都给它设定名字？好，给它设定名字。其实不是变数，这边没有任何的变数。变数有兴趣我们再聊。对，目前都是没有变数。然后等于说你最后画完之后，你就画完了一个格子，对不对？是不是四栏四列的格子？那你画完这格子以后，你拍起来有点热哈。来，画完格子以后啊，我们不就可以变成说这边有一个面积吗？这个区块，然后这个区块，好，这个区块，这区块，这好几个区块嘛，对不对？嘿，我这样讲完有没有像那种、欸、股市名人？对，我要拿一支笔哈。对，好，等一下我丢笔、啊，不要岔题哈，我们继续。这梗好老哦。然后，所以基本上你这里可以看到这几个区块，好，这几个区块这样搞定以后。对，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在这几个地方直接把我们区块的名称写进去。一定是16格吗？没有，你自己去定几格都可以。所以，我们刚才一开始 grid template column grid template rows 那个基本上去定你要几列几栏。对 ，OK， 好、哦。所以大家这个地方哈、哦，有看清楚了吗？有看清楚了吗？叫你看清楚，有没有看清楚？好，真的丢笔了。好了好了，我们继续哈。对，玩烂梗。好了，我们继续。好，所以基本上你这样是不是可以看得出来，我们那个区可以看得出来区域名称对应到那个格子的部分。好，所以 Auto 20，Auto 20是我给你比可怜比可怜的丢笔，有年纪了，干嘛这样？Auto 其实那个地方是我们自己去定，说你的列要多高，按的栏要多宽，那个完全是你自己决定要定多少，有点像是说我今天画一个表格，你会不会去设定表格的宽度？会嘛，对不对？你会设定宽度嘛？对，那丸子上来了，野生的丸子上来了，我们上次每次都谈到玩青蛙，对不对？我们下次找丸子过来一起玩青蛙好了，对。对，好，下次我找丸子来联播，我们来玩青蛙好了。OK， 好，那当让大家可以稍微去，看看每个人的想法是如何。对，好，那所以我们就把它 booking 下来哈，还是我们下次可以呢？好，那我说我们这样画面其实基本上都出来了， 20% 是 container 的 20%， 对， 20%， 对 ，OK， 好，那我继续来看一下，就是。在这边的部分呢、啊，好，这边的部分就是，这样做完以后啊，我们这样整个画面就已经做完了嘛，好，这样就做完了。那再来看一下，可是啊，我们现在做的是四栏四列，所以这其实还蛮简单的，四栏四列其实很简单，我们这样写的话蛮 easy 的。那我觉得如果再跳下去继续讲的话，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有点混乱，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来玩一下，直接把画面我们直接写。原始码，好，直接用原始码来写一次看看。对，对，我们直接，哎、欸，对，月神乐就讲到说用 grid 来做，对不对？我们直接来画，来做一个画面好了。所以我们现在直接来看一下，呼，来，马上过来。好，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来，我这边我们看一下，我们这边来做一下。好，我用能够两边对照的方式，好，两边对照的方式让各位来看好了。
好，稍微来瞧一下下。好，好，这样有看到画面了嘛？对不对？好，那我们直接来写扣啦。我觉得，讲网页不写扣其实蛮难过，对不对？我相信大家比较喜欢看扣，扣比较是共通的语言嘛。对，讲国语不是啦。对，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边刚才不是有玩的一个，就是说我今天可能这边会有一个 container， 对不对 ？OK， 然后里面可能会有几个区域。哎，等一下，我的聊天室看不到了，我稍微来看一下，不然我没办法回复各位的问题。等我一下哦。好，前面都在讲废话，干嘛这样？干嘛这样？好了，前面呢，我刚才有写到 AA 嘛，对不对？这非常不专业的写法，不过没关系，大家可以看懂就好了。AABBCC， 好，所以我们这边来写一下哈。好，这是 BBCC，OK，、OK, 好。然后呢，我们这边看到这三个东西啊，这样长出来就是没有东西嘛，对不对？那接下来设定一下我们的 style， 然后这边来设定一下 container。好，然后呢，我这边先来设定它的宽度，来个600好了，600、800、800好了，对。然后高度先来个800 ，OK， 好。然后呢，我们来设定一个 outline 给大家看，就你可以看到它的范围在哪里。好，它的范围在哪里？那粗一点好了，大家比较容易看得到。然后给它设定红色，对。然后我突然想到，我们是不是曾经有讲过说要分享一个就是色彩的记忆方式，对不对？好，所以 class 命名开头可以大写吗？可以啊，为什么不行？对，为什么不行？应该可以啊，但是我觉得这命名的方式，我觉得会有一些，有一些规则啦。我觉得大家也许早一天找些大大们来联播哈，分享一下每个人的经验，就是每个团队可能出来的规则不太一样。对，你写中文也可以啊，现在浏览器很厉害啊。对，他看得懂真的啊。它可以是，它不能是数字，它写中文是可以的，对。那你要用那个emoji 也可以，就是那个表情符号也可以，对。但基本上这种东西，我觉得在台湾基本上应该会被干到爆，对。我没有讲脏话、哦，那基本上是蛮正常的，对。写中文一定会被骂死哈，所以对啊，吃 Unicode。所以早期我们都觉得说，写中文怎么样，其实目前写中文是 OK 的，了解吗？对，但是我相信大家一定是不认同啦。对，所以呢，我们来改回 container。好，我们来改回 container。对，好，不然的话，到时候被人家讲说，你不要直播去误导人哈，那个会遭天谴的。对，对我还想多活一点。好，来，所以基本上这样 OK， 好，这样 OK， 驼峰也可以，驼峰也可以。好，那接着我们去把副层，我们来定一下，好，来定一下，就是它的 grid template， 好 ，grid。它我们是看你要先写列还是先写栏呐？那我们先写一个列好了。好，先写一个列好了。那列我们来做四列。那我刚才定说高度是200，其实高度是800，所以我们这样蛮简单，就直接弄个200的高度。OK， 200，200，200，这样就可以了。对 ，OK， 好，那我这边呢也是一样，我这边偷懒一下哈，那我这边可以写说，colons，OK，、okay, 好，那这样其实就写完了，我的格线已经出来了，好，格线已经出来了 ，OK， 好，那我今天存起来以后呢，这边已经有格线了，那我现在缺乏就是我的子项目啊，去给它命名一下，所以呢 ，AA 这个区块。有 live coding， 如果写错的话，稍微包含一下，包容一下那个我希望今天不要有魔咒，魔咒很恐怖哦 ，live coding 都有魔咒哈。好，好，那我们先使用一个 grid area， 好，去给它做一个命名。
好，做一个命名。所以我这边来讲的话，例如说这边叫 MS1 好了，还超不专业的。对，那其实你可以写说，像刚我们是写 A1 嘛，对不对？好，这边叫 B1 嘛，没错嘛。好，所以基本上这个东西你都可以去设定它啦，好，都可以设定它。那这是 C1。OK。好，那稍微来跳过去，聊天室大家所聊的一个东西，就是说驼峰是大写曾经有出问题过。其实，这个东西其实真的，我觉得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经验，因为的确有这个问题，有这个问题，有些伺服器有这个问题。然后，洗碗的话，没关系，看完再去洗。Bold 一像素会推及版面 ，Outline 不会 ，Outline 不占空间，对 ，Outline 不占空间，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很多时候会用 Outline 来做。对 ，Outline 来做 ，OK。那这样做完以后啊，我们来回到简报来看一下哈，回到简报里面来看。好，简报里面呢就提到了，好，来你可以看到简报里面呢，这边有一个自定名称嘛 ，Grid Area， 对不对？然后给它名称定完。那我刚才写 B1、B2、B3， 我还符合这个方式好了，免得大家待会看的有点晕吼，所以我们把它回到符合这个方式。所以 B1、B2、B3 ，OK， 好，好，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好 ，B1、B2、B3 ，OK， 好，所以呢，我们这样 OK 了以后啊，我三个名称定好了，定好了之后，定好了之后，那我就直接在附层，好，注意哦，我目前的写法都是写在附层，所以我在附层这边去设定。Grid template areas， 我就把范围写出去。那因为我们要去做格子嘛，做格子来讲的话，基本上你就是我个人比较习惯啦，就是可能就是直接换行这样写比较简单。对，然后呢，如果你要空一格，就是用点，像这样 ，OK， 好，用点就可以空一格。好，所以空一格这个东西，我们待会再来看，没关系，待会再来看。好，那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要把 B3 吼放在左边，这总共有四栏四列嘛，我放到这边来，所以我们把 B3 都放到这边来，放到这里。好，那 B2 给它放这边好了 ，B2。好，那 B1 呢 ？B1 给它放到底下去，有点像 footer 啦。好 ，footer， 像这样。好，那么这样做完以后啊，欸、可是我没有颜色，对不对？也没有颜色看不到，我们来加一下颜色好了。好，加一下颜色，我们稍微看一下，用一些比较丑的颜色啦，因为基本上我都个人都很喜欢用那种很丑的颜色，很显眼的颜色，不要讲很丑，很显眼的颜色，那其实你就看得出来。所以第一个是红色，对，然后少了 display， 对不对？对，好 ，OK， 感谢纠正哦，来，好，这样就好了。那我们三个颜色有了，对不对？那来，刚才有人讲到说少了一个 display， 对，我们少了一个 display， 所以它不会变成 grid。好、哦，写完了。对，行与行少了。写程式写习惯了哈，对，会少这个东西，那个逗号，对不对？没有逗号，对。那这样就写完了。那我们这边，我稍微来改一下好了哈。我们稍微让那个字变大来看，其实会看得更清楚。对。好，这样应该清楚了嘛？哈 ，A、B、C 三个东西嘛。对，好，那颜色记忆法嘛，颜色记忆法我们后面有机会来聊一下。对 ，OK， 好，这样浅一点不会这么难过。对 ，B 是自己命名，什么意思？这个 B 吗？这个你随便写。对，那这样你其实版面就排好啦，版面就排好了。而且好处是什么呢？我现在其实我是用格子的方式来跑，这个是自己命名哦。对，所以你这边要叫做 MS1 也可以，对，也可以。好，这是格线非常好用的地方，你可以给它名称。然后好处在哪里？例如说，我现在把它宽度写800像素，对不对？800像素，对。
Campbell 有讲到说，这样配合 Media Query 就乾坤大挪移，其实超好用哎、欸，超好用哎、欸。其实我觉得，像我去看人家的一些分享，他是说 Grid 它用在小区块的地方，就很小很小很小区块。假如说我们把画面当作是卡片设卡片版面好了啦，像我们今天做电商可能会有卡片设计，你用小块的地方，好小块的地方。那小块地方这样来做来讲的话，你用格子做其实蛮简单的。可是我觉得，如果是我会用在大区块主板型的地方，主板型用这做超快的，超快的。你要调整，哇塞，乾坤大挪移，对不对？那跟老板说啊，是 easy 啦，对不对？通常不会那么高调就是。我会想说，哦，这个需要一点时间，对，大概三天。然后你回去之后，哎，敲个两行改完了，对，这样有点奸诈，对不对？而且在直播这样讲有点太过分了，对，大家低调一点。好，那所以我们基本上就做完了，好，做完了。然后我今天如果宽度再做调整的话，你看哦，这个宽度基本上是200 200 200 200，对不对？好，那就如果换成百分比的话呢，换成百分比，我就把这个200 200 200 200换成是四分之一嘛，对不对？四分之一嘛，所以四分之一来讲的话，我就把它变成是 25%， 这样也可以哦。画面上没有任何的改变，好，画面上没有任何的改变 ，OK 嘛？一定要福报时间，哎，很专业，好来。然后接着呢，我把这个宽度改成是100%好了。哎，等一下，我这样画面是有点怪怪的，它应该要正常啊。100%，看一下哦。哎，为什么我画面没有更新呢？好，不然没事，我换下个写法也可以。对，还有 debug， 对 ，OK， 好，好，所以这边呢，我可以换另外一个写法，叫直接跳到这个步骤来 ，EFR 就好了 ，EFR，EFR 就是四分之一的意思 ，EFR， 好 ，FR 这个单位我们后面再提到，这样就写好了。好，这样就搞定了，对，这样就搞定了，对。哎、欸，为什么我今天的画面有点怪怪？它没有更新呢、欸欸？真的没有更新呢、欸，我怎么觉得今天怪怪？好，没关系，现在大家先了解一下就好了。改到弱吗？啊，对不起，我错了。好，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没有更新？害我小紧张了一下。对，好，改到这边来啦，对不起，对不起，这是这个低级的错误。哎，魔咒，对不起，25%， 对。我一直努力的，跟随一些大大，尽量不要有魔咒的发生，结果还是发生了，对。所以你看，这样就瞧完了、啊，他就直接，我们不是现在很喜欢 RWD 一些情况吗？好，那这样很快速就可以做完我们这个，对，真的睡不够，就是 RWD 这样就做完了，然后整个就很动态，有没有？完全就搞定了啊，这超省事的、欸，有没有？这样我就可以不用晚上熬夜了，对 ，OK。FR 是几分之几？对，没错，那个后面我们可以会再玩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让大家有兴趣。然后像这个影片还会在吗？我们影片一直都会在，对 ，OK， 好。然后呢，我们要调范围的话也很简单，例如说我现在想要让这个 C 变成一整个，然后 B 跟 A 分成上面跟下面就好了。那我先把这个 B3 啊变成在这边，好，这样就改完喽，这样就改完啦。对啊 ，OK， 好，对，这样就改完，这样超简单的。那我今天如果想要 C 变成到 B 的位置 ，C 变成到 B 的位置，这边改一下就好了。那把 C 的位置变成给 A， 那我把这边变成是给 A，B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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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这边就 B2 喽，改完了，这样就做完了。画面切到了吗？哎、欸，切到了、欸。好，对不起，对不起，哎、欸，切到了。好，这样可以看懂吗？好，这样其实我们就可以做完的，这样就很快速。那有人问到说，切到投影片 ，OK， 好，所以这样有看到了吗？这样就改完了。好，这样就改完了。好。刚刚没看到吗？我们再改一次好了，把 A 调到 C 的位置好不好？把 A 调到，因为这很其实很快啦。最后一行改，最后一行这个地方改成 B3 B3 B1 B1 B3
B3 B1 这边还是 B1 吗？这边还是 B3 吗？不行哦，你的 template 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的地方需要注意一下，就它的东西必须要是连续的，它要连续的，所以这东西没有办法重叠。重叠的话，我们要后面用别的方式来做，就是下另外一个方式来做。对，那我今天如果中间想要空一个的话，是可以的。例如说，我们现在来把这边回到 B1。它也不能做 L 型哦，做 L 型会 GG 哦。像你看这边是 B1， 然后这边交叉过去，对不对？坏了，有看到吗？这样是坏了。F 字型绝对不行，好，绝对不行。好有Bingo的玩法，对不对？嘿，这样不行哦，因为它这个区域一定要连续的。然后我们这边一样把它改成 B2 好了，所以改完了，好，改完了。AA 叫 AA 吗？好啊，我们叫 AA 好了。BB， 可是其实有些人会想说，吼，但我这个东西我们会有一个问题点，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说，你这个名称叫 BB， 这个名称叫 AA， 这样比较更直觉。但是我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问题是，有些人会不会把这边误会成是 class name？我很担心，所以我这边的名称故意跟这边不一样，所以还是回到原来的，可以吗？对，就是我们之前就是很容易担心说这个地方跟这边一样的话，一定会误会这边是 class name， 所以我基本上就不要。对 ，OK， 好，所以这边要大家知道一下，因为很多人会误会改成 AA， 马西 A 赛啦。OK， 好，那我们不拘泥在这边。然后有人提到说，维夫有提到说，高度一定要固定吗？好，高度一定要固定吗？其实高度，你可以不要固定，对，你可以不要固定。好，你可以，我们后面会提到不要固定的，对 ，OK， 改成 AA 吗？好，来改成 AA， 我真的改哦。OK， 好，可是你待会你在这边你就看不懂了哈。对，不要恶搞啦，喂，干嘛这样？OK， 那搞懂了。好，所以基本上，好，所以基本上这样就桥完了，这样非常简单就桥完了。那你看我这任何一个范围要桥非常非常的简单，非常非常快速，就是一个格子而已。然后在这个地方，我认为它是所谓面的概念，面的概念，就直接把这一个位置当做一个面，那这个面要用什么名称给它，这样就好了。对，超高纲，对不对？你做主板很 OK， 你做小块可能好。阿嘉有用 OO 嘛，所以我决定用 OO 了。也是这意思吗？阿嘉是说要改这个吗？然后，你们如果真的这样命名，会不会给客户打？我觉得会被客户打。OK， 好，不要再恶搞了，我回到原来的。OK， 你的命名也太闹了吧！好，那这样其实就搞定了，整个都走中了啦。好，那继续回到我们那个格线，我们要玩哪些东西？所以这样大家有看懂说你的格线要怎么玩，对不对？有没有？格线要怎么玩？这好酷哦，我喜欢这一个。OK 。如果做阿嘉，你超有梗我一定要找你来。OK， 所以阿嘉就决定是你了，我一定要找你来哦。大家如果赞同阿嘉要来上我的台子的话，要来上我的场子的话，大家来刷屏一下，开始刷吧。阿嘉，你看到了齁，你完蛋了。好，我们继续看卡拉 OK， 我们继续来看。那我们回到简报这个地方，回到简报这个地方。好，好，来，那回到简报，我们来看一下简报。
离线是离线，干嘛这样干嘛这样。好嘞，那我们其实刚才已经知道了你的这个 grid 要怎么去玩了，好，要怎么去玩了，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哎，但如果说你用 template 来写 ，template 来写其实有点死板，就是说你可能写尺寸这些东西有点很麻烦，所以我们现在讲到 FR 这个单位，它其实是一个分数，好，就是几分之几几分之几，所以这个单位超好用的，我觉得它超棒，超棒，对。但是呢，缺点是什么？就是我很希望这个东西可以在 Flash 拿来使用，那非常难过的它不能用，对。好可惜哦，对，如果可以用的话多开心呐、啊！可是现在是不行哈、哦，不行，对，所以如果整合的话，真的超棒的，对，超希望它可以整合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其实是一个分数，好、哦，它是一个分数。然后呢，你可以在 grid template color 里面去写说 EF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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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每一栏都是四分之一的意思，好、哦，四分之一的意思 ，OK。好，那四分之一我们就来看哦。这个时候我们当然要来看我们的扣了，好，来看扣。所以我们来看扣这个地方就可以玩一些东西，好，玩一些东西。我觉得今天讲的有点慢哎，好，所以我们今天可能会讲超时哦，好，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对 ，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扣里面来玩，就是我现在如果把它改成是 FR 来写的话，我就变成说是EFR。好像这样，对，哎，干嘛这样超时罚牛排？好，这样其实就是搞定了，对不对？然后我们来玩一个东西，就是呢，我想要让 B 跟 C 的中间 ，B 跟 C 的中间，好，有空间，就是留下一个空白。那我们就把 B2 这个地方有个点，好，这样就做完了 ，OK。Campbell 讲到说 ，Flash 设定 Flash Basis， 再用 Flash Grow 去改的话，跟 FR 一样，对，跟 FR 一样。那可是有个缺点是，它跟 FR 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说 ，FR 我可以自动的扩充它的栏宽跟列高，这待会会提到。那如果说你是用 Flash 的话，你就附层的空间一定要先固定好来。如果你附层空间没有固定好，是生不出来的。所以这是有一点点差异的地方，待会来玩给你们看。好，所以有些小细节地方会有一些差异啦。好，那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空间了 ？OK， 没问题嘛？空白处还能塞 DIV 吗？我们再多加一个 DIV 就好啦。再多加一个 DIV， 我就再加 D 啊 ，D D D， 这样就好了。对，最多。可只能是蓝，是蓝，是蓝。对，我在讲话怪怪的哈。的确，它只能是蓝，因为你的格子就这么多个，你不能塞半格啊。你不能塞半格啊。如果说你今天要做很多很多蓝的话，那你就把这个数量增加嘛，可以吧？好，数量增加嘛。OK， 可以负的、哦。哎，可以负的。好，没关系。哎，待会再来看。对。我目前是四乘四啊，我目前是四乘四啊 ，OK， 所以我现在有个 D 的话，对不对？把 D 设定一下好了 ，DD， 好，然后这边就给它 B 4那我们就把 B 4丢过来。哎，等一下，颜色没有改，对不对？颜色我们把它改成是黄色、橘色、橘色好了，比较亮一点橘色，好，比较亮一点橘色。FA 8比较亮一点橘色，有点不是很清楚，暗一点，可以吧？好 ，OK， 加到 GG， 好，加到 GG 我们就讲不完了，对，这样其实就 OK 了，好，这样就 OK 了，好，所以 FR 来讲的话，其实你这边其实就是一个比例，好，就是一个比例 ，OK， 好，好，那这个地方我们觉得我是觉得不太适合说。不太适合说拿来讲 FR 啦，我们待会讲 FR 用另外一个例子来讲，或者说我们拿来玩青蛙也可以，对，因为又讲到玩青蛙了。好 ，C 内容大于800 pixel 高会延伸下去吗 ？C 的内容不会，你的高度是固定的、啊，就跟你的设定一个 high 一样啊。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把 C 的高度，对不对 ？C 给它设定多一点内容，给它来一个
多一点的 P 好了，十个 P 好了，看一下，它就坏了，它就坏了，对 ，OK， 好，就是你设定死的高度，固定的高度，它就跟我们一般设定 high 一样，它就是你超过的话就是 overflow 的状况问题 ，OK， 好，好像这样就好了。对，那当然我们可以设定一个 grid template 这个grid gap， grid gap。好，例如说十像素好了，好，它的空间就伸出来了。但是你会发现说，有个问题哈，基本上会怎么样？会突出去啊，会突出去，有没有？所以这样基本上会有一些缺点，好，有点缺点。那所以我们基本上通常不会设定固定的高度。那有些地方可能会用固定的高度，有些地方可能会用 auto。所以最后一个我给它用 auto 也可以，好 auto， 它就不会有跑出去的情况。有看到这种小地方吗？好，所以其实还蛮有趣的啦，还蛮有趣的。OK。好，那回到简报句来看，所以 FR 就可以看懂说要几分之几，好，几分之几，对，可以吗？好，那这边如果是我把这个变成是 2FR 的话，它就占两份，这样已经调完了，已经调完了，有看到吗？这也占2FR 好了，像这样，它就变成是总数是2加2加1加1，所以总共是6，那这是6分之2，6分之2。这样就调完了，所以你调起来是非常快速啊，非常快速，跟毒品一样，就是你用过之后，哇，回不去了。对，那个 Emerson 这边有讲到说 Firefox 有支援 Grid 的版面格线，好，那我原本今天想要 demo 的啦，这待会我们再来看，待会再来看，如果说时间够的话，我们再来看。对，开心开心，好，那所以我们继续好看一下简报。来，那这样的话，你大家就可以知道说，它其实就是EFR，它其实是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四分之一的。对 ，Chrome 有，但是我没有看到它可以玩呢，就是有几个地方，我觉得看起来有点不太一样。没关系，那个后面再说。对，然后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好，那加顺便请教一下说，说像是你 Chrome 那边要开，我记得好像是要，我之前去查过，好像是要开实验室那边的功能，是不是啊？还是说哪个版本？我有点忘记了。对，好，印象中好像有讲到。对，好，那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 grid template columns 哈，我们这边去调整的话，基本上就 OK 了。好，基本上这样调整就 OK 了。对，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好，哦，新的就有时装了嘛 ？OK， 好，我好久没有测了。好，来 ，Edge 我记得是有支援的。Edge 我记得有资源 ，i11 有点忘了，这个大家可以去查一下那个 Can I use？ 对，我们来看一下，内句可以调吗？内句可以调吗？我们直接来调看看好不好？对，好，直接来调看看，就马上会有感觉了嘛。因为既然有问到了，我们直接来调好了。所以，我们今天 Container 这边，你是希望这个红线呢、啊？希望红线跟里面内容有内句，对不对？没错嘛。好 ，OK， 所以呢，我们直接设定来一个内句嘛，赔点十像素好了 ，OK 的啊，这样看出来吗 ？OK 嘛，好，我把宽度写小一点好了，宽度 90% 好了，好，这样可以看出来吧 ？OK， 好，那继续来看，我们继续来看简报、哦，好。我们人数掉下来呢，糟糕了，糟糕了！来来来，我们这废话太多了。好，继续。好，90%，90%，哎，多一个趴吗？哦，拍谁？好来，我们继续来看哈，像这个地方啊，我们简报里面就讲到说，哎，其实它就是一个几分之几、几分之几的意思，哦，几分之几、几分之几的意思。那我们继续来看，其实写比例变得非常非常的简单，哦，非常非常的简单。好，那。But 好，人生是这个 But， 你要先画好格线，先安排好分布，然后再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辛苦。那如果说我今天12栏的时候，很多列的时候，交错又交错的时候，那会怎么样呢？我们拿 Bootstrap 的画面来思考看看好了。Bootstrap 的画面是几栏 ？Default 的情况是12栏嘛，
所以我们大概会像这样子 ：Grid Template Areas， 然后第一列就是呢 ，head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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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费用是以原始码计费的话，相信这个费用应该可以收得不错。OK， 可以吓人。OK， 所以这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啦，非常非常的痛苦。那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讲真的不太喜欢这样子用，这样很难过，非常非常难过。那我觉得你拿来做主板型，然后用 FR 的方式来写的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简单，非常非常的简单。对，好 ，OK， 好，继续。那我们换个写法好了，换个写法，我们就让它自动的给它栏宽跟自动的列高 ，gutter 跟 gap，gutter 跟 gap， 那 the gutter 是什么 ？gutter，Yuli 讲的 gutter 跟 gap，gutter 是什么 ？gutter。不太一样哦，不太一样哦。哎，等一下哦，你的 Greek gutter 哦，所以你是在制定那个地方嘛？有点应该是可以算是一样的。对对对，因为你讲到 gutter 有点像是我的认知上是 no gutter 啦。对对对，所以你讲的 gutter 应该是没错的，对，跟 gap 是一样的。好，那所以我们换个写法，我们都换成是 auto 的话呢？auto 的话变怎样？好，所以我们换成 auto 写出来，就像，你看哦 ，Greek auto colon efr， 像这样。所以我们直接指定说我的栏跟列的位置，好，栏跟列的位置 ，OK。所以我们来做看看好了，我们来做看看好了。我们直接在复程呢，来回到原始码，然后切一下好了。这边我直接另存好了，存个02。好，现在第二个对不对？好，那直接把它改成是自动好了。好，然后这也不要了。好，这也不要了。好，所以我们直接来写一个。Greek auto columns， 好，然后 EFR， 好，然后呢，再写一个 row， OK， 好 ，EFR， 这样写完了，好，写完之后我们要设定子层的部分嘛。好，要设定子层的部分，所以我们在子层这个地方啊，我们再来设定一下子层呢，我们就来设定说我们是哪里到哪里，好，哪里到哪里，我们来看一下，子层，我们先做两个好了，先把两个 ，A 跟 B 就好了，好，然后呢，我们现在有几条线啊？我们现在线条有一二。四栏嘛，对不对？四栏来讲的话，线条会有几个？1、2、1、2、3、4、5，五条线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来设定一下，这个 gray area 我们就不需要了，把它删掉了。这是第二个例子。好，好，那我直接指定说它的范围是从哪里到哪里，所以我就直接指定 grid row。然后呢，它这边的写法是这样子，就是前面这个数字，前面的数字是第几条线开始？然后后面这个数字是第几条线结束，所以我们看成一个，我们回到简报来给各位看好了。好，你看一下简报里面，我们回到刚才的画面当中。好，你看到这个，哎，看到这个格子啊。好，看这个格子就好了。所以我们的格子，我们应该看线，不好意思，看线。好。线的话，如果是四栏的话，对不对？基本上呢，对起始线跟终点线，它就是我从哪一条线到哪一条线的意思。所以我们的第一条那个斜线的前面其实就是起始线，那斜线的后面就是终点线。OK， 所以我们这个线条来讲，四栏来讲，第一条线在这边，第二条在这边，第三条在这边，第四条在这边，第五条在这边。所以现在讲的
部分就是线的概念的。刚才一开始讲面嘛，那我们现在讲的是线的概念。好，讲线的概念。所以这样写的话，基本上可以告诉他说，我的栏是第几条线到第几条线，列是第几条线到第几条线。OK， 好，所以我们来做看看。好，来做看看。好，然后的预览画面。OK， 好，我们现在有两个哈，我们现在的列是第一条线到第二条线，然后再来我的栏。也是第一条线到第二条线 ，OK。对 ，Firefox 的那一个开发者工具，它是可以看到互动式的线的编号，那个蛮有趣的。对，就是可以玩看看啦。对，可以玩看看。好，我们现在写好这一个部分，这是自动生出来的。可是现在看其实不太容易看懂哦，我把刚才原本那个东西生出来一下，来，等我一下。我把原本那个板伸出来，原本的板就是你把它拆成几栏几列，这样可能比较容易看得懂。先不要用这个。好，那所以我们这边写一下200，对，25。好，所以我们现在 AA 这一块呢，它是第一条线到第二条线。然后是列的部分，所以等于说是巧克力说可以 live 玩吗？其实可以啊，火狐的那个东西，Firefox那个东西，其实它可以直接让你去看到线的编号，然后可以看到它的线的范围，非常非常好用，非常好用，大推这一块。然后我们这个地方，你现在看到 B 跟 A 其实都是长一样，就是第一条线到第二条线，我们把 B 换一下好了，从第二条线到第三条线，然后呢，我的栏来讲的话。那也是从第二条线到第三条线，这样长出来的。OK， 所以呢，第二条线如果说以栏来讲的话，以列是第二条线，这是第一条线、第二条线，所以第二条线起始线。好，然后第三条线，第二条线到第三条线这个范围就出来了。好，这个范围就出来了。OK， 那我可以直接让它到底，到底是第几条线？到底是第五条线，对不对？第五条线，所以这样第五条线。它就下来了。OK， 这样就非常非常的好用，非常非常的好用。而且这个好处在哪里？它是可以做重叠的，所以你在排一些版面，其实像是一些 event site 啦、活动网站来讲的话，你要用其实还蛮好用的。OK， 好 ，event site 还蛮好用的。好，所以对，真的可以画画。所以我觉得它跟真的有点像画布一样。我先把它调到第三条线到第三条线好了。可以做到重叠，所以线到线的这种概念来讲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去做重叠的这样的设定，好，重叠的设定 ，OK 嘛？这应该还蛮容易理解的吧？OK， 好。然后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在于说啊，你的线不见得 z-index 会改变覆盖吗？哦，就是有人讲到，可以啊，可以啊。像我先把 z index 调一下，好不好？好，把它变成是相对定位 ，z index 设定成一。好，那 a 要盖住 b 嘛，那改成二，它要上来啦。所以基本上这是不影响的哦，你的成绩还是不影响哦，成绩还是不影响，还是一样照原本的那个概念去做，可以吧？好，这样其实很简单就可以做完了。OK， 所以基本上就是你用过以后觉得，哎、欸，好 easy 哦，对，好 easy 哦。OK， 好，好，那我们其实可以再玩一个东西，就是说其实还是要先改 position， position 跟 z index 是情侣啊，两人缺一不可啊。我们来讲一下 z index 好了 ，z index 你这样调下去的话，如果说是这个是2，这个是1好了，我们看一下。欸、也是可以啦，也是可以啦。我倒是没这样试过，因为我之前的认知就是 z-index 一定要跟 position 搭配，好 ，z-index 一定要跟 position 搭配 ，OK。但这边来看的话，欸 ，OK 呢，它算是一个，真的是新世界，对，可以玩的东西还蛮多的。其实 grid 还蛮多东西可以去测试就对了，还是蛮多东西可以去测试的。假琼瑶吼，
对，没有，其实 CS 里面有几个东西有点像情侣档，他如果说拆散的话是没有用的，像after 跟 before， 他就一定要跟 content 搭在一起，少了 content， after 跟 before 就活不下去了 ，OK 吗？然后像是你的那一个 z index 一定要跟 position 搭配，如果没有 position 的话，那 z index 就死翘翘了。对，好，大概像这样子。OK， 所以我这边其实我一直认为说我的，当然我们有些东西还没有测到非常非常完整，所以像这个地方你看我这边没有设定 position， 它其实是 OK 的，像这我就没有测到，好，没有测到，没设定 z index 谁压谁，后面原始码在后面的会盖掉前面的。好，原始码后面会盖掉前面的，好，这是蛮基本的。那如果两个 z index 都一样的话，也是一样是后面的会盖住前面的，对，好，弟弟盖住哥哥，对，没错。OK， 好，那我们这样基本上可以做到像这样交叠的一个地方。然后这边有个地方我们要稍微提一下，就是你看我们现在格子画完了啊，格子画完了之后呢，我如果说要拉到最后一条线的话，我们这样写，当然就直接写个五，很简单嘛。可是我现在我的格子很多的话，是很麻烦。哎 ，Jimmy 这边有一个问题哦，来，你没有用 position 的情况下，不太会用 z index 来覆盖，这有点不太一样哎。我今天可能我们在思维当中，我是希望某一块要盖住某一块，这个时候是我们最直觉的想法。这个时候跟 position 的思维是无关的，但是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想说，哦，原来 z index 可以调整它的先后层级、前后的层级，所以我们就设定了一个 z index， 然后发现它没有用，我发现它没有用，然后这时候我们才会发现说，哎，奇怪，它怎么会失效？哦，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大概在思考上面的先后顺序会有一点差异啦，我觉得会有一些差异。好，我不知道这样解释是不是有符合你的那种情况。OK， 了齁。好，那我们继续来看齁，这个 grid 到现在基本上都没有问题嘛。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其实 grid 还可以再玩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这是第五条线嘛。我们要算线很麻烦，假如说你今天格子很多的话，你要算线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对。然后呢，我现在如果说要调到最后一条线的话，可以写负一，它就变成说从尾巴往回算，从尾巴往回算。那如果负二的话呢，就倒数第二条的意思。所以其实还蛮方便的，好，倒数第二条的意思。OK， 好，倒数第二条的意思。OK 吗？哦，这样可以理解吗？对。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已经知道像这样的写法是 OK 了以后，那我们就改成用。Auto row 好了，改成上面这个东西。好，这个时候就问题就来了，非常有趣的东西就来了。好，好，浏览器数学比你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地方我们来玩一下是，我们今天使用了 Auto row。那 Auto row 这东西呢，我们要看一下简报了，来。好，我们这边呢，如果给它赋成给它自动的栏宽、自动的列高，好，自动栏宽跟自动的列高来讲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子层给它直接指定栏列的位置，所以你先看一下哦，如果赋成是给它 auto row 跟 auto column， 好 ，auto row 跟 auto column， 对，阿嘉有讲到说用复数在 RW 非常方便，我讲超方便的。对，我们后面有机会来玩青蛙，大概就知道了。对，然后我们自动栏宽跟自动列高给它 EFR， 表示说这是一个格子的概念嘛，一个格子的概念。然后可是啊，一个格子基本上几条线，栏会有第一条线跟第二条线，对。然后呢，你的列会有第一条线跟第二条线 ，OK。然后子层我直接指定栏列的位置，所以子层我直接指定第一条线到第二条线，有没有？列直接第一条到第二条，所以这是第一列。然后格子给指定说第一个格子到第二个格子，这应该蛮简单的 ，OK。可是这个有问题啊，第三条线明明我只有到第二条线，怎么哪里伸出来第三条线？然后 BB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我是告诉他第一列，然后我要从第三条线到第五条线，可是我明明刚才只有给一个而已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条线？这蛮奇怪的嘛。所以我们这边的 auto 的重点就来了，它就会变成像这样。好，线的概念，所以线的概念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嘛。好，第几条线到第几条线没有问题嘛。那没有指定的栏数怎么会产出格线？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地方。好，非常有趣的地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会有隐形格线的概念。但这个我觉得是我自己的概念啦，我不知道会不会有错误。如果有错误的话，稍微纠正一下没关系，因为基本上我们不是上课了，基本上不是上课。好，那我们跑出来之后就像这样子，你如果设定的格位超过既定的格位来讲的话，它就自动产生出新的格子，所以叫自动格线区。自动格线区像这个样子 ，OK， 好，然后呢，基本上，对我写三到五嘛，对，好，它自动产生出来，然后呢，就像是 Photoshop 的自动切片，我不知道各位对自动切片熟不熟悉啦，好，我不知道各位对自动切片熟不熟悉，就基本上你就给它一块一块范围，然后剩下就自动去分配了，好，自动去分配了，所以其实还蛮简单的 ，OK。好像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今天来回到原始码，来稍微来玩一下看看，自动切片吗？那是 Photoshop 哎、欸。我们来看一下扣好了，我看一下扣。那我这边呢是直接指定说，我是设定说，像我的附层的空间是既定的嘛，附层空间是既定的，然后我在自动格线这个地方，我是设定说 EFR， 所以当我今天自动产生出来以后啊，它的比例就自动去做调整了。好，就是它会自动去区分说我有几等份。好，青蛙是什么梗？就是好，大家可以把那个网站网址拿过来。对，我看一下，青蛙对吧？好像这个 ，OK.com， 因为这边不能贴网址啦，所以我们那个点的前后可能会丢空格，或者是我用中文来写那个点，然后让大家知道一下。好，可以啊，这边就看到了、啊，好刷爆，好 ，OK。好，所以基本上我们这样做完以后啊，例如说我现在如果说是蓝，我希望它到第三个到第六个好了，它就自动分配出来了。好，自动分配出来了，对。然后第五个到第六个自动分配出来了，所以这个 auto rule 跟 auto color 其实非常非常的好用，好，非常非常的好用。那它自动去分配它的比例就对了，好，自动分配比例。对啊，这边基本上会贴网址，那个 Google 会挡，你写那个 HTML code 都不行，好，写 HTML code 都不行 ，OK， 好，所以基本上这边你们玩一下 Auto Color 跟 Auto Raw， 我觉得这地方我们其实我会希望像我们直播，其实当然就是献丑嘛，对不对？就是有些技术我们不见得比人家好或干嘛的，但是如果大家觉得看了这东西觉得有吸收，然后有一些回去有一些练习的话，我觉得大家再来互相交流一下，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所以。事实上我们可能学到一些新的东西，那大家上来分享一下，然后大家互相交流，互相每个人都是去做一点点的测试，然后出来每个人经验不太一样，然后有个交流，那大家技术进步会比较快。不然你要一个人要测试所有的效果跟测试所有的情况，其实是有困难的。OK， 好，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玩看看，后面我们再来有兴趣再聊一下都可以。好。OK， 不切图片。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简报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呢？好 ，OK， 对啊，每个人都是老师，也是学生啊。好，所以其实讲真的，这个在这边不要叫我老师，好不好？真的不要。对，因为事实上我觉得那个名称都是没什么意义啦。对，好，你就叫 MS 就好了。好，叫 MS 就好了 ，MS 就好了。对 ，OK， 好。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对啊，教学相长，其实有时候学生也教我一些东西啊。对，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它其实就像自动切片的功能。好，自动切片功能，那我们来看一下支援度。哎，简报快结束了，所以那时候我们在看的时候，去年的时候，其实这样 Edge 呢，其实在15、14的版本，其实都还可能要加上前缀字还是什么的，或者是旧的写法。那到了16之后，它就已经完整支援了。哎，不好意思，
好来，今天有点掉漆哈，不好意思，没切到剪报。对，这种 Z-index 的确没用途。不会啊 ，Z-index 你去调整，像你们做活动网站啊，活动网站不是常会有那种一层一层盖吗？一层盖一层的这种做法，其实就是我有色块要交叠的话，其实蛮方便的。好，色块要交叠的话，其实蛮方便的。OK， 好像这个东西就蛮好用。所以这边我们看到 Can I Use 里面它的这个支援度，其实就会有一些差异啦。就是这是去年的状况，可是目前其实你在i10应该看样子稍微加上一些东西是可以用的。对，我倒没有去测试，因为讲真的，有时候不太想要测 IE， 你们知道的。对，为什么不想测 IE？ OK， 好，我就不要说了。好，来，那 Edge 来讲的话，其实目前其他的它的这个资源度其实蛮不错的。像最近我们脸书上面有贴一个啊，就是有人在国外有神人哈，用 CS 画了一个，简直就是这个超精美的这个插画，我简直一整个夸张。然后整个 Chrome 开不起来啊，开得很糟糕。那其他浏览器都 OK， 好，所以 Chrome 现在不知道在干嘛的，对，好，就有点好像包袱超重的，蛮奇怪。好，所以其实目前都还在看啊。好，所以基本上到这个地方，我看一下哦，好，所以没有了哈，没有了，对，我简报结束了。好来，还没有啦，在这边。那基本上呢，好，基本上呢，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刚才支援度已经看过了之后啊，好，支援度看过了之后，那其实它其实比 Flash 多了一些更多的对齐的方式，好，更多的对齐的方式。那以 Flash 来讲，它有 Justify Content， 它有 Justify Items， 这东西其实，等一下 ，Justify Items。这个东西是 Flash 没有的，好 ，Align Content 跟 Align Items 这个东西其实都是 Flash 都有的，所以我们其实多了这个东西，多了这个东西，各栏的水平的轴的对齐，好，那是整体的水平轴对齐跟各栏的水平轴对齐，好，所以多了这个东西 ，OK， 好，那还有没有更多？这其实就是简报没有了，对，简报没有了，又出现长辈图了，糟糕，好，所以基本上大家先让各位知道一下，就是说这是去年我们在 MondoWeb 上面提到的这个东西。那当然我们今天到要加一些东西是 MondoWeb 上面所没有讲到的，就是说有一个东西是隔线才会有的东西，隔线才会有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切到原始码里面来看，好，原始码里面来看，它其实有一个方法，我们直接查给各位看好了。好，有一个新的东西非常非常的有趣，就是在隔线里面呢，有一个叫做，我把它拉大一点来看好了。好 ，CS Grid 嘛，对不对？它有一个叫 Min Max， 这东西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个超有趣的哦。好，这超有趣的。它其实可以一次指定说，它可以一次指定说你最小宽跟最大宽，这样最大的最小的值跟最大的值这样的一个概念。好，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个 NDN 上面的一个说法。好，它其实可以去指定说我的 min max， 就是它最小是多大的尺寸，那最大是多大的尺寸。它是可以玩到像这样子。那你用在隔线上面的话，其实就非常非常的方便。那此外还有像是 repeat 的部分 ，repeat 的部分，好，所以呢，好来这边我们直接让各位很快速的，因为还有时间嘛，我今天讲的好像 OK 啦，好，还有点时间，所以稍微让各位来玩一下青蛙的部分好了，好，好，那青蛙这个地方啊，我们目前来看，其实底下这边你可以换成是隔线的。好，这个我相信有些人应该有玩过了。好 ，min max， 大家可以玩看看，它非常非常有趣，好，非常非常有趣。那青蛙这边其实可以看到的东西会更多。那之前好像没有看到中文的，目前已经有中文的，所以马上可以玩。所以在这边其实都是隔线的概念。所以他这边其实都把隔线写完了，好，隔线都写完了。所以你要玩的话呢，像在这个例子当中，他其实就是希望你把水去拿去灌溉到这个红萝卜这边，可以吗？等一下哦，有人在问说 ，Flash 的对齐
可以用啊，可以用，好，可以用。OK 吧，所以我们下次其实可以去规划一个事，就是把 Flash 跟 MinMax 资源度很高，非常非常好用，超好玩的，对，超好玩的。我之前做了一个，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我的那个测试还在不在，先给各位看一下好了。等我一下，我找一下哈。咦，在这边。好，有看到画面嘛？对不对？有点糟糕了。好，来，这地方我有用到，这个地方我有用到所谓的 min max 的那个设定。然后呢，当我缩放的时候啊，它会自动的。有看到这个差异吗？看出来了吗？好 ，min max 我们稍微来看一下，我把这个例子给各位看好了，很好玩，对不对？好，那我们稍微来看一下那个 CS 的部分。好，先给你们看一下好了。来，等我一下下。好，好，这个是我之前写来测试用的啦，哈，测试用的。所以我其实是外面写一个 grid， 那里面每个都是 item。那 item 里面呢，都放了一张图片，好，都放了一张图片 ，OK， 好，放了一张图片。然后呢，我这边没有设定任何的 media query， 有发现吗？没有设定任何的 media query。然后呢，这边也用到了一个东西叫做repeater。其实我要让各位去看的地方，就是其实就是在写青蛙那边让各位练习，好，用青蛙那边去练习。然后再来是这样有点麻烦，我把画面稍微再调大一点好了，来。OK 齁，好，那这边可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今天设定 grid template columns， 我先设定栏就好了，好，设定栏就好了。然后我们直接用 repeat 的方式来指定说我要有几栏几列。OK， 好，那这边来讲的话呢，你看一下哦，这边 auto fill 后面的 min max 是告诉他说这是自动填满啦，好，自动填满。那。min max 就是最小的值跟最大的值，那最大的值就是 EFR， 就是一等分，那最小的就是 11n 的 size， 11n 的 size， 所以意思就表示说我最小最小会是 11n， 那小于 11n 的 size 就会怎么样，它就固定在 11n 嘛，没错嘛，那其他就直接带一个 EFR 就好了。好，那所以呢，我今天只要小于 11n 它就换。那 EFR 是不是自动填满？对不对？自动去等分嘛，所以它自动隔线就生出来了，自动隔线就生出来了，所以我们这样基本上都长出来了。所以我今天任何的 RWD 都不用做，就是任何的 media query 都不用做，然后只要这样一行语法就可以做完我们这所有的事情。这个很有趣吧 ？Min max 就同时设定你的最小值跟最大值。那最大我是用 EFR 嘛？在蛮好玩的，蛮有趣的 ，OK， 对啊，很好玩哦，很有趣，然后而且你做起来超省事的。那假如说我今天其实，你看我现在这东西，其实我完全不要做相本好了，我就直接去做什么？我直接去做，这每一张图片我都换成是内容文字好了，好，我都换成内容文字好了。那这样其实你要做起来就非常省事啊，而且 media query 都不用写，好 ，media query 都不用写，超方便的。OK 吧，好，好，那这边你们可以稍微来看一下，其实我们今天时间还够啦，时间还够齁，所以其实可以让各位很快速的来看一下 item 的起始线跟终点线嘛，因为我完全不需要设定啊，来，我完全不需要设定起始线跟终点线，一排放几个吗？一排放几个？我最小是，最小我这边我看一下哦 ，repeat 它其实就是重复的意思嘛
重复，所以我基本上最小最小11 yen， 然后最大是1 FR， 所以我这样基本上呢，我只要我想一下，我有点忘记了这个地方。我图片的尺寸有设定给它200×200，好，200×200，所以基本上自动去分配我要几 FR 给它，好，自动去分配我要几 FR 给它，对 ，OK， 好，所以我只要小于11 N 的话，它就自动又拉回到11 N，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变成是自动去分配我要几个，它就自动又在分配要几个了，可以吧？又自动分配了。我现在拖拉给你看哦，再自动分配，再自动分配，有没有？所以图片永远是200像素的 size 这样去跑，但是一旦小于200，一旦小于11 yen， 它就跑出来。没切到吗？哦，对不起，今天有点掉漆耶，糟糕。看一下，我今天拖拉的时候啊，看一下，有看出来吗？有看出来吗？对不对？好，对，我真的萤幕不太够，真的要搞的话，真的是萤幕不太够。对，那个需要监控的画面其实蛮多的。所以小于11 yen 它就自动换了嘛，对不对？小于10 yen 就自动再换了，可以吧？像这样。那 EF 它是自动填满嘛？自动填满说我整个画面的几等分，对。Item 里面要放字的话，设定 Item 的宽度吗？我没有测试到这边呢，但是我目前像这边。MinMax 我是先最近才开始玩的，最近才开始玩的，所以其实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稍微测试看看，还蛮有趣的，好，蛮有趣的，我觉得它非常方便，可以哦。那你说像格线来讲，这边如果说以这个来讲是可以看到格子啦，可以看到每一个 DIV 的格子，它其实都是被我的图片撑开来的，对 ，OK。好，这个可以玩一下，因为讲到格线，我觉得，目前感觉还是可以看到一些新的应用。但是讲真的，要测试我目前还没有做到全部的一些测试，因为全部的测试一个一个要去挖到那个很 detail 的地方去。对，好，那所以其实这个地方，我觉得大家可以稍微玩看看，可以吧？所以我说，我今天其实不是教学，是做分享。分享，那你们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些做法，像 MinMax， 我问一下哦 ，MinMax 有多少人是第一次看到的？有多少人第一次看到 MinMax 这东西？因为我之前其实也不知道，我之前其实也不知道，后来有一天突然看到说，有这个东西存在，而且非常非常的好用，对吗？所以基本上这个是我们之前在 MondayWay 上面是没有讲到的。没有讲到的，那时候我也还没有看到这东西。对，刚照测试成功了嘛，对不对 ？IMAX， 对，突然都醒了耶！我今天有点掉漆哦，真的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对，因为最近可能都太晚睡了，对，所以这个、今天这个跟各位说声抱歉，有点掉漆啊。对对对 ，OK，MinMax，、okay, 我觉得 我希望大家可以。在 MinMax 这边，我们可以稍微再做一些的测试。那我后面如果有一些测试有心得的话，也可以在直播的地方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好，在直播的地方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这东西是 Grid 的东西，应该我觉得今年应该会整个盛行吧 ，Maybe 啦，对对对对，可能会盛行啦。因为事实上，我相信很多人看完应该都很想用吧，这应该大家都很想用吧。你们会不会突然很想说那个诅咒 IE 赶快消失，然后你就直接可以用 Grid 跟 Flash 去排版。我们可以不要再用 Float 了，对不对？虽然我个人还蛮喜欢用 Float 的啦。对啊，好，所以其实，就我们可以再继续玩玩。对，好，那 Grid 我应该，
近期会再花比较多一点的时间再去做一些更实际层面的一些测试，好，实际一些层面的测试。那当然网络上其实目前已经释出了很多很多的 GUI 的一些教学或影片的，那我也觉得说大家可以稍微去看看。 OK 哎、欸、我发现大家都在霸凌 IE 哦。好，所以 MinMax 这东西相信大家应该是会蛮有兴趣玩的。那我们没关系，这个大家我其实蛮欢迎大家，其实你可以去脸书上面，如果说有一些新的资讯想要交流的话，我们都可以在脸书上面去做聊聊。那讯息啦，或者说我们直接发一个文章，想说哎、欸、这个大家可能一周以后啊，我就丢一个这个文章出来说，哎、欸、大家对这个 GRID 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我们可以来稍微讨论一下。那应该会有蛮多结果出来的，好，应该是蛮好玩的，好不好？好，就是希望大家 有个抛砖引玉啦，我希望可以把抛砖引玉，大家可以稍微可以玩一些东西出来，好，这超好玩的。好，那这个地方啊，目前这边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先很快速，大概还有到十二点还有一点时间嘛。欸，R加有用到嘛，对不对？好，R加有用到，所以其实你们可以稍微看一下。那R加我直接把你的画面就直接丢上去啦，可以吧？所以你看，我一定要找你过来嘛，你看，来R加，对。欢迎大家去追踪它，对，哦，所以啊，原来你这个地方是用 GRID 来玩，就是用这个部分，哦，所以你看阿嘉之前其实有在玩一些 CS GRID 的部分，哦，其实你看大家可以去追踪它哦，好，哦，大家去追踪它，对，赶快去灌爆它，可以吧？好，哦，这地方就可以玩到这种东西的，好，哦，非常非常的好玩。你这可以干嘛？也不能干嘛，哎，糟糕。所以这个网址齁，来马上帮他这个打广告一下，网址在这边，网址在这边，对。推坑无所不在啊，所以你们如果想要我推坑的话，你丢出来，那我就直接帮你推了，这 OK 的，好不好？好，我们没有在 care 说帮谁推坑的，对。那我自己的 LINE 群我也经常推其他老师的坑啊，对，像是一些线上其他老师的课程我都还蛮常推的。 OK， 可以吧？好，那当然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这个直播啦。那我们下一次直播我们稍微好像有点终点，对不对？没有啦，我们青蛙还是玩一下，好，青蛙还是玩一下。好，那我们今天人数掉蛮多，有点难过啦。所以阿嘉这边 OK 了吧？好，那阿嘉有办一个活动，其实蛮建议大家去参加的。阿嘉要广告一下吗？阿嘉聊天室里面广告一下吗？赶快把你那个每个礼拜或每个月写的那个活动啊丢出来，看上方会了。OK， 好好好好好，来 FB 这边啦，啊，来，好。有看到吗？有看到吗？这个东西，哦，大家可以去追踪它。那这个东西其实，像我觉得很棒啦，就是说聚集一群人，对一些有兴趣的人去写一些东西，哦，练功这件事情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对，那我觉得要不要来办个线上的呢？我们现在可以找个时间来办个线上的，可是这样写起来有点闷，就是了，因为看大家写扣，其实有时候可能有点无聊。OK， 好，所以我现在都要顾家啦，不然其实我蛮想跑去的。对，又讲了一次，对对对，好，好了，剩下一点时间，我们赶快，大家去追踪一下哈，大家追踪一下，练一练，你们那个技术就进步了。OK， 好，那大家进步的话，你们写起来比较快啊。有一周是办线上的，哦，好，我们有一次，哎，阿嘉，我们找一天来办线上好不好？然后直播的，可以吧？好。好，这我们后面再来聊聊，后面再来聊聊。好，来，那如果大家有要工商的话，可以稍微跟我讲一下，好不好？大家工商一下，好，我可以是跟各位工商一下。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GRID 的这地方，我们稍微把它说明一下。好，好，
那另外跟各位说明一下，就是其实你要订阅的话，订阅我的这直播频道呢，但欢迎大家订阅啦。好，订阅以外呢，它旁边有个小铃铛，我建议把它点下去，点下去就收到通知。好，那每次要直播的时候，我们就收到通知。OK， 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青蛙这地方。我们青蛙讲完，这样我们青蛙讲完，难得第一次玩青蛙，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好，这边呢，基本上它是告诉你说，使用 Greek Column Star 好来去给它设定说，其实这个东西就很单纯的 Greek Column Star。复制一下贴上，我现在很快速的让各位很快速做完。那我们现在第几条线是蓝的线条，在第几条开始？这是第一、第二、第三嘛？就三，就写完了，可以吧 ？OK， 好。那假如说你不要这样写的话呢？我们刚才不是有教不是教了哈？刚才不是有让各位去看到说，我们今天可能会有起始点跟结束吗？那就三跟四，这刚我们所讲的，这样有综合起来的吗？有综合起来了嘛，对不对 ？OK， 好，那我先偷懒一下哦。好来，好，第二个呢是农药去除草。那除草来讲的话呢，这边也是告诉你说我的 Greek Column Star， 好，所以我只要设定一个 Greek Column Star 起始点，那后面它预设的呢就是一格嘛，所以一格来讲的话呢，我们基本上设定在一二三四五第五条线嘛 ，OK， 所以我们就设定第五条线。可以吧？第五条线搞定了。对，可是呢，按照我们刚才的讲法来讲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设定说第五条线到第六条线？哦，这样也可以嘛，对不对？或者说第五条线到最后一条线负一嘛，可以吧？好，就是我们把它综合应用起来。所以，我们这边目前玩青，不是玩青蛙啦，玩萝卜，不好意思，玩萝卜。那种萝卜这个地方，我们就把刚才所讲的一些东西，把它建议，把它综合起来，线到线。待会有点，待会有点到点的概念哈。好，如果你直接使用 star 的话，它只会占掉一列嘛，对不对？或者是一格啦哈。那如果你使用 and 来讲的话，就可以直接拓展到多个，好，拓展到多个。所以我们直接把一个 and 给它补上去，所以它已经告诉你第一栏，第一条线，第一条线开始了。那结束呢？结束到第一二三四第四条线，可以吧？好，这样子，所以它这其实有点啰嗦，它其实一不断重复让你知道这基本的观念，所以我们很快就做完三题了。好，然后我们同时使用 Greek Column Star 跟 Greek End 哈来去处理，好一起使用，所以你可以看到说结束的值比起始的值大，但事实上不是，它可以从左边到右边，可以从右边到左边来做。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说起始点是在第五条线的话，它朝这个方向跑，对不对？那我们把 End 呢给它改过来。End 就变成是第二条线，所以它由左至右或由右至左其实都是可以的，应该蛮简单的吧？我问一下，有多少人没有玩过这个画面？有吗？好，所以其实有不少哈，所以其实你们今天这个东西看完以后，回去自己玩一下。好，那我会尽量采用有点跟它不太一样的答案，可以来玩看看。可以哈，稍微来玩看看。对，那主要就是你的观念可能 OK 以后，你用起来其实会很简单。对，好，再来。哦，有玩不知道原理，对不对？我们今天这样讲，应该可以大概知道吧？好，但我今天讲的有点乱，不好意思，这个状况不太好。好来，那我们今天有一个从左边数设定 end 为负值，好，这边有讲到一个负值，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其实有讲到负值啊，所以把负值带进去的话，就是呢，这是负一，这是负二，可以吧？好，负二，所以来个负二，这样写好了 ，OK 吗？好，负二，这样就写好了。对，所以我们今天不见得要用正数，用负数也可以。对，那负数其实负值，我个人还蛮喜欢用的，非常非常好用。那我们后面会把它有时候上面会教你怎么去用，但我可能会尽量把一些方式改变。好，然后尝试设定 Greek Column Star 为负值，好 ，Column Star 为负值，所以我们把 Star 稍微改一下为负值。所以负值来讲，负一、负二、负三，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是一个负三就 OK 了。那我能不能用 and 咧？负二 and 负一负二，有看懂了吗？他告诉我要用 star， 好，有蚊子，好，
来，他告诉我用 current start， 可是我今天不想用，我用 current end， 所以原理是完全一样的。这样我搞懂那个原理了吗？就是你原理听懂之后，其实你这东西要用，其实还蛮简单的，蛮 easy 的，可以哦。好，那么继续。好，基本上你可以直接使用 start 跟 end， start 看左边 ，end 看右边。呀，没错，对，这个记这样的记法也是 OK 的。可是其实我们会有一个问题哦，end 看右边，其实没有你如果方向从左边到右边是 OK， 但是从右边到左边的话 ，end 还是看到这边来啊。所以会这个技法，可能我们在观念上面还是会有一些些、可能产生误解的地方，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例如说，我今天从这边开始好了，有没有 ？Star 是在 1234， Star 是在第四条线，那我的 end 来讲的话要到多少？end 如果想用负值的话，就是负一、负二、负三、负四、负五，它会从这边到这边是跑到这边来。所以如果说你要用start 看左边 ，end 看右边，你可能会想到是这边，那就 GG 了。所以我基本上会是看线条，然后从方向来看。好，那这边呢，他有提到说你可以用 span 来去做一些事情。好 ，span 来去做一些事情。如果 span 关键是来跨越，你要几个格子，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跨越几个面的概念、好，跨越几个面的概念。然后这边要注意到你的 span 只能是正数，好，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好，再想想，对，这样我们可以再分享一下。那 end 我是告诉他说，我不是告诉他第几条线，而是告诉他我要跨几个面。span 就是跨度嘛，它翻译成中文其实叫跨度，所以跨几个，跨两格的意思。所以我起始点是在第二条线，那我要跨几格，两格，可以吗？跨两格，可以齁。span 其实对于有些人可能对英文会有点恐惧齁，啊，英文有点不太知道，我们就直接来翻译一下好了。对，跨度，好，跨度，好，你可以想象那个桥墩啊，跨过来跨过去，跨一个范围这样子，所以基本上就是跨两格的意思，跨两格的意思，好，这样就很容易理解了。好，再来，好，那第八个，我们今天很快速，应该十二点多一点点，我们就可以讲完了。对，好，稍微玩一下，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玩完以后啊，你们回去自己再稍微再，就待会自己再重新再看一下那观念，如果通的话，其实你这东西应该很快就写完了，很快就写完了。好，那你可以尝试说把 grid 拿来用在主样板上面，其实应该还蛮 OK 的，主板型上面。好，那写法还蛮活的啦，写法还蛮活的。好，那我们尝试看一下 grid current end 属性中使用 span 来去给它做事情。好，所以 current end 复制，好，偷懒我不想打字哦，嘿。好，然后使用 span 关键字，所以 span 12345。跨五格，这样就好了，可以吗？好，跨五格，对。可是我不太喜欢这样写法啦，这样写法其实，同时写一个 start 跟一个 end， 我觉得有点辛苦哈。后面我们会改用别的写法来做。好，这边来，span 跟 start 一起用，好 ，span 跟 start 一起用，好。所以基本上我可以来设定 start， 然后呢，你是直接指定 end 的位置 ，end 的位置在是第六条线嘛，所以我先直接 span， 好，几格，三格。虽然其实很活哈，它非常的活，但是讲真的，活到你真的要去做一些应用的时候，有时候会稍微有点卡住，有点卡住。对，就是，真的要去应用的话，蛮多应用可以玩的，好，蛮多应用可以玩的。OK， 好，继续。其实这个东西我很快就写完的啊。每次输入两个属性很麻烦嘛，所以这边基本上就我们刚才所讲的，直接用一个 current， 用一个起始线跟结束线来做，所以起始线是第几条线？一二三四，第四条线嘛，对不对？所以第四条线到第几条线？到最后一条线，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去算到第六条线就很麻烦，所以我们真直接用负一，你就会比较轻松了。这样有理解了吗？所以我们刚才有讲到负一这个东西，其实我前面那个例子没有到很好，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马上用上去，所以我只要告诉他我要到最后一条线就是用负一。OK， 这
这样有理解它应用的时机了吗？那个应用时机有出来了，对不对？我后面 我为什么说我很喜欢用负一的原因就是这样。好，那我们继续。好，来，你要给它浇水嘛，对不对？好 ，span 你可以在这个缩写里面是可以用的，所以基本上我是要在第二条线，然后我要跨几个，我要跨三格，所以这边 span 跨三格。所以你记住这个是 star， 这个是 end。可以吧？好，那我们换个写法好不好？它是告诉你可以这样来用，对不对？那我今天换个写法，我直接哈，我前面多少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结束线是负二，结束线是负二，所以我要跨几格？跨三格。这样有办法灵活的去思考了吗？这样懂了吗？就是你要灵活的去应用它，其实你观念听懂之后，你这边灵活去应用它，就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但是格子要先画出来啦，格子要先画出来，它跟格子都已经写好了，可以吧？好，所以 我其实比较喜欢去看那观念的部分。观念其实你一通了，其实就 OK 了。好，观念通了就 OK 了。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好，这个时候我们会有。Current 跟 Raw 嘛，对不对？所以今天就是讲到 Raw 的部分。所以我们今天有讲到 Raw， 就是列。好 ，Raw Star，Raw Star 一二三第三条线，那就 OK 了。好，那继续。好，再来是缩写的 Raw。好，缩写的 Raw。所以呢，缩写的 Raw 来讲的话呢，那我们从第几条线到第几条线？那点线面嘛，线我点我还没讲到，面跟线目前有讲到，对不对？所以我就讲说，其实你的格线其实是点线面，那点待会可以看到，好几格也可以嘛。来这个地方，我觉得大家觉得怎么样写比较好呢？你要开始算第一条线、第二条线、第三条线，然后到最后一条线负一，这可以理解嘛？对不对？可以吗？好，可是呢，我不想去算它有几条线，所以我想要写说。span， 对 ，Alice 这边讲到就还蛮不错，所以你这样用这样的方式来做，有没有更简单更快？因为我只要几格就好了，跨几格，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这个写法，我们就是要跳过他所告诉你的那种基本的认知，你只要从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观念里面，不懂吗？好，来，不懂的话呢，来。这个是起始位置，对不对？这是结束位置，对不对？所以我直接告诉他结束位置是负一，负一就是最后一列，没错嘛。然后最后一列我要跨三格，跨三格用 span 三，这样可以理解吧？跨三格 ，span 就是跨三格，三列啦，不好意思，三列，可以哦。所以这个例子我觉得它其实可以直接写到二了。我要跨四格好不好？跨四格，我要跨五格，负一 span 三，负一 span 三，哎，应该是可以耶。好，我们来这个地方好棒哦，这个观念通的其实就这样讲，负一 span 三，看一下可以吗？结果是不行，可以吧？起始线是负一嘛？然后结束线是3嘛，就它不行欸，欸，我怎么觉得它应该是可以，对，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对不对？好，没关系，这我们再测试一下好了。好，但是这边基本上这样是 OK 的，可以吧？好，我觉得刚才应该有一个地方有盲点，好，没关系，但我们继续，好，把它写完。所以我说有些小细节要再去测试，然后把观念再修正、修正、修正就 OK 了。负二 span 三吗？好，感谢阿嘉。来，我们来看一下负二 span 三。好，所以它的方向会有直接从这个地方往下，对不对？
好，阿嘉提醒这个地方超棒的，来，负二就起始点嘛，起始点然后结束线，所以它永远的方向就是朝下方，这边就出来了，对，由左至右，由上至下 ，OK， 好，按内就通啊，吼，好，来继续，哎，写错了吼，三到负一，可以吧？好，来继续，负一是变负三吗？不行，它方向性由上往下的话，这样就会出问题啊。它不是由下往上，就阿嘉刚才提示是负二十变三，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就是让你知道说你的这个格线的方向是由由上至下这样的一个写法。OK， 列的方向，列的方向由上至下，对，不能反向。OK， 好 ，spin 要正数。好，刚刚讲到 spin 要正数，好。好，那这个地方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哈，你直接使用 grid column 跟 grid row 好来去做这件事情。grid column 哎、欸，还有一个 row， 好，那 column 来讲的话，我们要第几个？好，第二条线到第三条线嘛，对不对 ？OK。然后呢，玩下去是不会啦。我们其实一下就玩完了，14个我们做一半了，对不对？我们大概应该我觉得如果没有意外，应该在12点15分也可以结束。对，然后列的话，我们基本上我会用负值来做，例如说直接来一个负二，这样就好了。这样可以看懂吗？那如果你要写斜线也可以啊，负一。这样有点辛苦哎，负二就好了，可以吧？好，但是其实观念通了就 OK 了，对。所以其实有些东西我没有测试完，好，蛮感谢阿嘉今天愿意上来，对不对？好，这个稍微给大家提示一下，对。好来，那这个地方 grid column 跟 grid row 来定一个较大的区域，好，所以这个基本上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啦，好，就直接很快速来写一下 row， 所以。好了，我们来互动一下好了。这个地方大家来给个写法吧，这不要我解题哦，来给个写法。我们现在写一下蓝，大家会想怎么写？好 ，Campbell 写的二，然后负一嘛，哎，我也会这样写。OK， 那若呢？若大家会怎么写？一跟负一，好，一跟负一，哎，我也会这样写，我蛮喜欢这样写的啦。像这东西，因为你是从头到尾，其实我们这样就直接写一跟负一就写完了，我还蛮喜欢这样写的，可以吧 ？OK 哈，所以大家都想到最直接的写法，我觉得蛮喜欢的哈。对，那我觉得其实，为什么到后面我们玩直播这件事情，其实直播，第一个直播可以有互动，有聊天室，然后呢，我不太喜欢说都是我在讲。我会希望说，大家可以在聊天室里面一起想，一起想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到说，其实你在当下思考的过程当中，你也学到了一些东西。那我觉得这还是我们真正要的。OK， 好，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看大家基本应该都通了啦。好，来再来这个嘞。好，好，我们总算讲到一个有趣的地方了哈。这个是什么呢？好，对，我是交流，不是教学哈。好，你看哦，我们如果同时输入 grid column 跟 grid row 来讲的话，那就很麻烦了。所以呢，基本上我们可以直接使用 grid area 这个属性。好，然后呢，同时指定四个值，逆天了啦。刚才写两个值就已经很简单，很容易记了。现在写四个值会有点晕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它的意思是这样子哈、哦，四个值是它的顺序是 grid。Row star 就是先以列开始，然后 column star， 所以四个值来讲的话呢，可以哈，好来，那这个是横，我写中文了好不好？我写中文给各位看，横的起点，可以吗？直的，因为我们讲蓝列这种东西，大家可能有时候会有点晕哈，啊，直的起点。可以吗？这样应该 OK 吧？
好，然后呢，再来呢是横的，哎，下回横的终点跟直的终点，这样可以看懂了吧？所以好来，那这个地方就是我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点的概念了，就是告诉他我的第一个点跟最后一个点，所以这个是 X 轴的坐标，这是 Y 轴的坐标，就在这个位置，看到了吗？然后结束坐标的横的 X 轴坐标跟 Y 轴的坐标在这个位置，这个是我讲的，就是点线面，点线面，我把这个地方看成是点，点到点，就是我现在在拖拉的时候，我们这样在画图、画框框、画一个矩形，是不是从这个点拉到这个点就画出一个矩形了？这是点的概念了。所以有这样的写法之后啊，我就直接写说，好，有好几个答案出来哈，为什么有问号？来。这个是先从横的嘛，横的就是弱开始，所以应该是一啊，可以吗 ？OK 吗？好，然后呢，直的起点是二嘛，可以吧？那横的终点，列的终点，一二三四四嘛，直的终点最后一条线负一嘛。可以吧 ？Campbell 还是把它想成是蓝的，所以你的这个地方有点颠倒。斜线之间需要空格吗？基本上不需要啊，不需要，可以吗？对，它是先走横的，再走直的，先走横的，就是先写。我们如果说你觉得横直这中文有点难理解的话，就是弱，可以吗？弱的起点，起点。起跟蓝 ，Colin， 的起点，这应该比较这样比较容易懂了吧？对，尽量空格，对不对？SCS 会爆炸。来，基本上我比较喜欢写空格了，比较容易看。好，所以这边是弱的终点。我先留一点时间哈，弱的终点。我先讲慢一点，因为这个其实大家趁现在这种时间哦，你不用后面再去头晕了。这是 Colin 的终点，这应该比较清楚了吧？像这个写法 ，Campbell 这样可以吗？对，记住要空格。其实空格可能会比较方便，我觉得比较容易看懂啦，好，比较容易看懂，可以吗？好，我需要喝一下东西，因为讲这个很伤喉咙，我今天讲了一整天了，对，我个人都没有在用那个麦克风的，好，所以弱的起点是一嘛，看的起点是二，弱的终点。负三，看的终点负一，可以吗？OK， 好，对，其实你觉得，如果你觉得很难理解的话，我们先用 x 轴跟 y 轴来看好了。我们两个数值基本上就是 x 轴跟 y 轴的概念。x 轴跟 y 轴的概念，所以 x 轴跟 y 轴观念来看的话呢，你当然就是第一个看的就是 x 轴，就是横向的，就是弱。那第二个就是 Y 轴，所以这个坐标是不是 X 轴跟 Y 轴？这是 X 轴跟 Y 轴。OK， 好，那这个地方大家有兴趣，后面可以看一下，就是后面的影片哈。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好，不要拖各位太久，对对对，不然有些人想要上厕所，对不对？我还好啦，我还好，对 ，OK， 好，那。这个地方好玩了，这个地方就是交叉了。交叉的话呢，我们这个地方交叉有了嘛？交叉我们是不是刚才有讲到，对不对？好，交叉的地方有讲到嘛？所以我们现在交叉这一块要让它重叠到，所以我们基本上 grid area，
好，然后呢，好来，各位给答案。哎，刚才已经讲完观念了，来给各位玩一次，给各位玩一次。上题，对，上题也可以，所以我们这一题一样用 spin 来玩，好不好？ Peter 有分享到，就是他用 spin 来做也可以，那我们这个地方我们 spin 来做好了。所以 Peter 那观念很通啊，这个超棒的，可以吧？好，所以把起点给他哈，来起点来讲的话呢，先写第一个就是二。然后第二个就是三，我应该没讲错吧？一二三嘛，对不对？那我要跨几格？好，我要跨几格？所以先横的 span， 我要跨三个，然后再来 span， 我要跨三个，这样有通了吗？可以吧？OK， 我可能不见得会想到用 span 来写，但是其实我觉得像 Peter 刚才有讲到说用 span 来做可以，哎，这样就非常有意思了，哎，这就是我觉得开直播跟大家交流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体验，好，大家可以分享一些想法，可以吧？好，那我们就继续。对，抓左上角的坐标做好就好了。对，好，那。基本上我们这边，他是告诉你说了，你的网格如果不是按照 grid area、grid color、grid rule 这种方式来显示，它会自动按照你原始码中出现的位置摆放，就是你原始码里面写的顺序是如何，它就按照原始码的顺序去出现。所以目前这个画面来讲的话，这个 DIV 总共12355个 DIV， 那么这个农药的这个 DIV， 它就是在第二个。这样可以听懂意思吗？它就在第二个，所以把农药这个 DIV 呢丢到最后面去的话，那我们上次如果有跟到上次直播的话，好，有跟到上次直播的话，我们在 Flex 里面有一个 Order， 那么在 Grid 里面也有 Order， 那请问一下，我们上次有跟到 Flex 的这个朋友啊，哈 ，Order 我要放到最后面去的话，要写什么？要写什么？一就可以了，不用二，因为全部的预设值是零啊，可以吧？哦，是100也可以啊，可以吗？可以哦，对，好，那基本上这样就好了。为了国王的农药，来继续，我们快结束了，我们剩下十题就做完了耶，写八题。好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水和中毒的土地是交替出现的，相当是交替出现，对不对？那这东西其实。对 ，Campbell 接受预设值，对 ，OK， 好，那其实我们现在目前土地它这个是交错出现的，所以这是第一个是农药，第二个是水，第三农药，这基本上这样都出现交错出现。那我现在把所有农药放到前面去，那我 order 要怎么写？那就比零小就好了，负一就负一就好了，可以吧？好，这样其实就 OK 了，可以吧？好，那我们再来玩一次，下一个。这个都有个问题吧？我觉得 order 其实算比较简单的啦。好 ，order 其实算比较简单的。好，那我们现在的问题来了哈，后面的开始是算数学了哈，算数学刚好是我的弱项。这边是告诉你说哈，你要开始去设定你的栏宽了，所以他是告诉你你要把你已经把你设定成五行。好，我觉得我每次看到这个地方超痛苦的。就是它的行列，我每次看都会分不清楚直的还是横的，非常痛苦。就是你已经把你的花园设置为五行，每行占总宽度的 20%。对，切英文版，但切英文版就比较容易看得懂。好，那每列占全部高度的 20%。好，所以我们看这个原始码来讲，如果是 20%， 哎，看懂了，可以吧？所以他现在要我们去设定的是栏啊，就是直的，好，直的，好，所以呢，来，
好，所以基本上他现在要你去做五栏，好，五栏，然后呢，目前要你去设定说，利用栏宽去控制它，所以你就把栏宽 column， 如果说按照它原始码出现，先给各位看一下出来结果会是如何，就是 20%、20%、20%、20%、20% 五栏码，但是现在呢，我要让它变成是第一个是 50， 就是一半，所以第一个是 50， 那剩下的呢，剩下就把50除以4嘛，但这边我可以乱写啦，例如说我的第一个是 10%。好 ,10%,10%,10%, 这样五个嘛，对不对？来，这个写个20好了。这样也行啦。对，后面他没有规定你要多少。后面没有规定你要多少。他只是告诉你说我的前面要多少，让水能够 控制整个浇到我的红萝卜就好了。再看懂这一题的意思吗？可以吧？OK， 我超时了耶，糟糕了，糟糕了，然后继续，赶快赶快，这个我就没有等各位了，好来，50-0吗？来50-0，来50-0不行啊，因为他告诉你你要设定为五个栏啊，对，他要设定成五个栏，好，所以五个栏这样基本上是，你基本上刚才那样，如果设定成50跟0的话，基本上应该是不行的。也可以耶，他接受耶，是怎样？他不是要五个栏吗？好，好，没关系，我们跳过。好，对，好，还是他刚才没有规定我要五个栏，那可能是我误解提议，不好意思，对。好，那这个地方哈，来这边有告诉你说，指定一些具有相同宽度的网格会变得有点无聊，所以你可以使用 repeat 的方式来去设定它。repeat， 好，所以 repeat， 来，我们用 grid columns， 对，然后设定 repeat， 嘿，像这个样子。好，那 repeat 我要多少呢？它是基本上要定义五栏，那我现在基本上就直接写个 repeat。五个栏，然后每一个是 20%。好，那现在如果说来，现在要创建八个，那每一个是多少？100去除以8嘛，每一个是 12.5， 所以 12.5。可以看懂意思吗？就是 repeat 几栏，那每一栏多少？可以齁，那我想换个写法。EFR 可以吗？我们就讲到 FR 嘛，对不对？没错嘛，所以八个每个都占一等份，所以是1/8。这不要再算数学了，好累，12.5。这好累哦。EFR 就好了，可以吗？有萝卜长这样吗？有啦，有啦，有啦，这个比较特殊的品种，对。好 ，OK， 我们继续来，我们快做完了，我们现在七题齁，七题快做完了，对 ，Magic， 好，好，这个是什么？Grid Template Column 不仅仅接受百分比，也接受像素或 EMS 这样的单位，所以你可以将不同的长度单位混合使用。那混合使用其实我们一开始就用到了嘛，对不对？所以它基本上现在是要你说分别去把它设定成100像素、3EN 跟 40%， 这个其实就很简单，给你一个答案而已。所以就直接给它设定一下就好了。所以100像素、3EN、40%， 这样可以看懂吗 ？OK 嘛，这蛮简单的嘛。OK， 好，那我们继续。快做完了，剩五题而已了。剩六题。好来，好，他总算讲到了 FR， 对不对？好，所以我要几分之几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来杂草占掉了1/6，剩下是1/5，所以我们来使用 FR 来占掉它的来设定它的单位，好，设定它的单位。所以呢，我们来设定一下。
Grid Template Columns 可以吧？好，然后呢，我们创建两个栏，那第一个栏是多少？第一个栏是六分之一。好，第一个栏是六分之一，所以基本上是六分之一就是 1FR， 然后第二个是多少？ 5FR， 所以5加1是6嘛，6分之1跟6分之5，这样可以看懂吗？这样可理解吗？所以其实有 FR 之后超开心的啊， 我超希望那个 Flex 可以支援，对，但是目前其实没有，对，可以吧？好，其实蛮多人解过了，我们人数开始往下掉了，我们尽量快一点。好，继续，这样应该有通了吧？大家应该观念上应该清楚了吧？好，来，好，这边问题又来了，他说你的他的行的意思其实是直的啦，现在总算看懂了，他的行其实指的是直的，好，直的，所以你宽度可以采用像素百分比或是 ENS， 所以你其他使用 FR 的单位平分剩下的空间，所以 FR 会去把你的固定宽度的东西扣掉以后，固定宽度的东西扣掉以后，剩下空间当作 EFR 来用，欸，这很聪明哦，很简单哦。所以我们其实基本上齁，来看一下。好，所以我基本上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左边这个是告诉你，他说50像素。那第二个多少不知道，我用 auto 好了，好不好？那第三个多少？第三个右边杂草是50像素，所以50像素。好，这个地方看起来怪怪，对不对？来，他是告诉你说，你直接用一个 EFR 来设定它，就搞定。我是不是写错了？哦，不好意思，嘿，他要你用 FR 创三个行，三个栏啊，三个栏。好，所以基本上他还是要五栏就对了。所以我们用再加三个，这样就好了。那我们改一下哈，我都改成 auto 嘞。也可以吧，这样可以看懂吗？可理解吗？当然，我觉得 FR 比较方便啦。我觉得 FR 它就自动去看你要几等分的，可以吧？所以我们总算把刚才讲的 auto 拿来用了，对不对？好，所以你把 auto 换成 FR 其实比较好用。我先说明一下 ，FR 会比较好用。OK， 好，继续。好。哦，有点混乱的，来，基本上我们左边会有杂草，占了75像素，好，对，好懒哦，打的字比较少，对哦，每次用打比较少来用，好，来，剩下空间的三分之五是三分之五，五分之三，不好意思，五分之三哈，种红萝卜，剩下五分之二是杂草丛生，所以你只要看到五分之几、五分之几这个东西，好，基本上就是怎么样？这是用 FR 来做的，可以吧？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综合运用，综合运用。好，所以综合运用呢，来左边是75像素，那么右边的话呢是几等分？五等分嘛，五分之三嘛，对不对 ？OK， 所以五分之三我就是3 FR， 那右边是五分之二。2FR， 这样就写完了，可以吧？你看5嘛，五分之三跟五分之二，所以其实你知道这个就是答案的 ，3FR 跟 2FR， 因为总数是5，所以3加2等于5，这样写好了。OK， 好，继续，快做完了，我们现在最后的三题了，然后等一下要算数学了。好，这个地方是告诉你说 ，raw 是干嘛的 ？raw 是干嘛的 ？raw 其实基本上就是除了上方的50像素以外的区域不要浇水以外，那其他都要浇水，所以上面的空间是50像素哦。好，上面的空间是50像素哦。然后水被设置在第五列，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会有五个列就对了，五个 raw， 所以我们需要产生五个 raw 嘛。好，五个 raw， 好，所以五个 raw 来讲的话呢，水只有设定在最后一个 raw， 所以表示我前面要有几个 raw， 前面有四个 raw， 可以吗？好，前面要有四个 raw， 不行 ，Campbell 这样错了，来，
我这样讲太直接哦，拍谁没有啦，我是说你这样的写法可能是就是题目没有看清楚，就是说他是告诉你说水被设定在第五列，所以表示说我第五列要这么大，然后上面会有四列，这样可理解吗？然后上面的四列呢，有个问题就是上面的四列只有50像素，我说我必须要把50像素去除以四列，所以每一列是 12.5， 可以吗？这样 有看懂了吗？那当然前面四列它并没有告诉你说一定要多少、啊、所以我也可以偷懒啊，10像素，对，那这样是50吗？不对啊，这样不是50啊，好，所以把这边变成是1、2、3，这样是20，然后 最后面就是 EFR， 这样可以看懂了吗？这样就好了，所以第五列是 EFR， 它就整个填满了。好，所以这个其实 你稍微花点时间去玩一下，你就大概可以看得懂了。那前面这东西其实你要写也可以，你要写成换用百分比也可以啊，比如说 12.5%。我写错吗？哎，不对，不能用百分比，不好意思，我又犯蠢了。好，来，好，一定要像素，因为前面的是50像素，可以吗？好，好，那继续，一课做完了，剩最后两题了，来，最后两题了，来，撑住啊，撑住啊，哎，大家应该开始想睡觉了哈。对，就原本想说准时的，现在发现，哎，讲一讲变成12:30，来，最后面这个东西就是 grid template， 它是结合你的 raw 跟 column 的写法。好，若跟 column 的写法，所以我们这边就直接使用一个写法 grid template， 然后做什么事情呢？好，那先用列，再用栏。好，所以如果以这个写法来讲的话，来看一下，我看错吗？好，这是两列嘛，两列，两个 row， 一个 column， 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这样产出来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这边呢，它要浇水是上面的 60%， 所以我们这边基本上改成 60% 跟 40%， 这样就写好了。OK 吗？好，那我可以改写法吗？可以啊，我可以改 EFR。好偷懒哦，用 FR 每次都这样偷懒，我不想算，就 FR 就好了。这样可以看懂吧？好，这样浇水就浇好了。我们要进入最后一题咯。可以哦，来最后一题，总算我们要结束了。来，好，来，底下有50像素的一个范围，底下这一块有50像素的一个范围，那其他的空间用来种什么？红萝卜嘛。那红萝卜的区域呢？这边有 20%， 就是都是杂草，所以我们必须要使用什么东西来做？我们要去分栏跟列嘛。对吧？栏跟列，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只有给你一个可以写，所以我们刚用刚才的，我们用刚才的东西来做 grid template， 然后怎么样呢 ？grid template 我必须要设定，先从列开始 ，x 轴跟 y 轴嘛，所以列总共会有1、2、3、4、5 ，OK， 好，那我可以分成是两个，所以基本上第一个是 fr。第一列，第二列是50像素，接着是栏，可以吗？那栏来讲的话，第一个是多少？ 20%， 那剩下多少？剩下多少？要算吗？不用算 ，EFR， 懒得算就 FR， 标80，多累啊！因为整个都填满啦、啊，可以吧？你知道 FR 多偷懒了吧？可以哈。但如果说你觉得你觉得很有时候会觉得有点晕的话，那直接写个 80%。但这是最简单的，就是你的数值其实非常非常的清楚。但如果说对下一次是 80% 嘛，对不对？可是其实超偷懒的话就，就剩下空间通通都满的，就 EFR 通通给他啦，可以吗？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问题啊，那这样写会不会导致你很难阅读？我觉得需要一点时间习惯。那但如果你觉得很难阅读的话，你就用 80% 就好了。FR 作弊，对不对？没错，超作弊的，可以吧？所以
这个东西我们很快速，欸，我们还花了一点点时间，花了差不多快40分钟解题。OK， 输 FR 答对几率高，欸，不一定哦。OK， 好，写给董事懂。所以基本上你就做完了，我们这边已经解完了，解完了，通通都解完了。28题其实蛮简单，很快速就做完了，可以吧？好，为什么红萝卜会跟青蛙在一起？OK 吧，好，所以今天我们后面就是讲的比较快一点啦齁，那有些东西其实可能没有到非常清楚，那我觉得大家可以花点时间，我们稍微再踹一下，那当然我后面还会花一些时间去测试。好好，那当然我们现在今天其实应该讲的稍微算是还蛮快的齁，就是有些东西很快速讲完的。那么我先预告一下，下一次我们要讲的东西是什么，可以吧？好，那下一次我们要讲的东西呢？来，等我一下下哈。下一次我们要讲的东西，来，等我一下哦。应该最近应该还蛮夯的一个东西哦。哦，没有，我们下次不要讲 Flash 跟 Grid。还要讲吗？我觉得后面 Treehouse 吗？好，来，今天这样的分享，大家对于 Grid 有没有比较容易理解、比较容易记忆，然后一些记忆的方式有没有对各位有帮助？好，就是如果有的话，就是欢迎给我一点回应。就是我觉得其实是我们要求不多，就其实就是一个希望说可以协助到大家。对，好，那。来，等我一下哦，这个好，我们下一次呢，我希望要讲的东西就是针对于技术层面的东西。那么最近很夯嘛，因为宝哥好，这个大神啊，宝哥呢他翻译了一篇 CS 专家秘籍，好，专家秘籍的这篇文章。那其实里面有些东西我们有看到，对不对？好，专家秘籍的一些东西，22个项目，好，那其实这22个项目里面，有些东西可能，我们其实跟朋友讨论的时候，跟朋友讨论的时候就有提到说，有些东西可能不太适合用在我们的专案上面，好，不太适合用在我们的专案上面。为什么呢？因为它可能效能并不是很好，好，效能可能并不是很好。所以呢，下次的直播我就想说安排这个小技巧的部分。好，来跟大家讨论一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想法。那顺便呢，大家如果觉得这些技巧里面，如果你觉得有些东西，可能是我没有思考到的，或者说你觉得你当初都觉得很好用啊，都 OK 啊，可能没有想到说会有效能的问题或什么的，那么就欢迎一起来讨论这个地方，可以吗 ？OK， 好，那基本上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边结束。那希望下个礼拜呢，大家稍微来一起参加一下，其实专家秘籍的这个部分。那如果说我们时间够的话，我这边如果有一些小技巧，我也觉得可以稍微分享一下给大家，就是在秘籍这个地方，我可能有些小地方有感想的话，跟大家来共享一下。OK， 好 ，Amosphere 的宝哥 ，OK， 宝哥，我下次要敲他的通告。对 ，OK， 好，所以找机会再把宝哥挖过来哈，挖个坑叫宝哥来跳坑一下。好，那基本上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边结束。那也非常开心，就是大家愿意这个花时间在这边哈，我们花了还蛮长一段时间啊，愿意留到最后面。好，感谢各位。那希望我们下一次的分享，大家继续一起来讨论。OK， 那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喽，各位拜拜。